好，现在继续开会。先介绍在场的委员哈，我们李坤哲招委，对，已经稍微群点是不是？郑宝清招，郑宝清委员，还有陈欧博委员，郑运鹏委员，萧美琴，还有什么？萧美琴，还有萧美琴委员。我介绍在场的出列席委员哈，非安调查委员会黄主任委员，请坐。资深的非安调查官王调查官，事故调查组苏调查官，飞航安全组任调查官，调查实验室的关调查官。好，人事是秘书廖秘书，杨参议主计杨参议。哎，你们没有人事是主计室啊？兼嘛哈，兼办哈。好，民用航空局的林局长，好，请坐。空运组韩组长，好，请坐。飞航标准的林组长，飞航管制组李建国李组长，航站管理小组朱组长。行政主计总处检视查。好，请议事员宣读本日上午会议的议程。邀请飞航安全调查委员会主任委员黄辉列席报告业务概况，并被质询，与讨论事项之议程合并报告询答。讨论事项：审查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关于飞航安全调查委员会单位预算。宣读完毕。好，请飞安会黄主委报告。这个还是照8+24+1吗？太长了吧？就六。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早。飞安会今天很高兴，列席贵委员会，向主席和各位委员做飞安的业务报告跟106年度的预算的编列。那我们也希望，所有的委员呢、能够给我们主导建议，让飞安会能够更精进。那飞安会的组长除了是调查民用航空器、公务航空器跟超轻型载具的飞航事故之外，我们也积极的、主动的态度来针对飞安相关的问题进行研究发展的工作。那希望能够化解与飞安事故有关的因素，那提出建议改善，那以防止以后的类似的情形再发生。那以下大概就飞安会的业务的重点跟106年度的预算编列情形提出简要的报告。第一个，飞航事故的调查。飞安会从105年今年的1月1号到今天10月26号，本会总共新增有7件飞航的事故，那已经结案4件，目前还有9件在调查中。那从民国87年到现在，总共执行120件调查的案件，那也提出928项飞安改善建议跟改善措施。那现在还有30件呢，还在行政院在列管当中。第二个，重大飞航事故的调查。复兴航空公司的 GE222飞航事故是在103年7月23号在澎湖发生空难事件。那飞安会已经完成调查，从此在今年的1月29号发布中英文的调查报告，总共提出29项飞安改善建议，其中11项还在行政院的列管当中。第二件是复兴航空 GE235飞航的事故，那在去年104年的2月4号，在台北市基隆河南港段有发生复兴航空飞航事故，那飞安会也已经完成调查报告，同时在今年6月30号也发布了对外发布中英文的调查报告书，总共提出16项飞安的建议。那目前正在汇集各单位的意见，然后我们拟定评估建议，然后将送行政院。那第二大项业务的重点，第一个，我国飞航记录器解读能量的提升。那我们都晓得，座舱语音记录跟飞航资料的记录，这两样。是很重要的，那最主要是要厘清，如果发生飞航事故的时候，
他的研判的各种原因，所以非安会啊，在105年今年的8月29号已经完成2016年国际民航及公用公务航空器的飞航记录的普查。那现在已经完成调查的，总共国内的有281架航空器，包括251架的定翼机跟30架的旋翼机。那飞航记录器它的形式啊，大概分作两种，一种是民用的，一种是军用的，两种规格。到目前为止，8月30号为止，飞安会对民用飞航记录器解读能量已经高达99.6%，只有一架湾流 Z280 的商务机还有内政部的空勤刚成立的空勤总队的黑鹰直升机5架还没有记录器的解读记录器，所以在今年我们优先编列飞鹰直升机记录解读器341万。那另外一架的湾流280商务机，因为它不涉及到我们的商务它是商务专利，没有跟运输组织有关，所以为了我们再另行办理。第二，飞航事故的趋势分析，那飞安会有民用航空器、公务航空器跟超轻型载具的飞航事故统计，可以了解我们飞航事故的趋势，那进而根据这些资料来研拟改善飞航安全的方向。第三，我国飞安的现况，那从2006年到2015年，在10年当中啊，我国的飞安在涡轮机喷射定翼机平均全毁的事故率，有10年前的每100万离场的3.18次，已经降到0.58次。啊，大家可以参考资料看图示。那至于涡轮的螺旋机飞航事故，从93年。到102年的全毁平均率事故是零，可是103年跟104年复兴航空发生两次重大事件，所以终止了10年平均事故成为零的记录，那现在提升到3.09次，比全球的平均值1.76次还高，这个已经显示我国飞航安全是一个很大的警惕。那我们希望航空从业人员，包括飞安会，都应该正视这个现象，来落实飞安的问题。第四，专案研究及资讯分享。那飞安会的人员除了执行调查业务之外，那同时我们也进行专案的研究，希望能够有专案研究当中啊，降低飞航的风险，达到防范未然的目的。所以105年，本会有执行的计划，研究计划有三大项。第一是建筑事故噪音因素的系统雏形，第二是强化飞安的住院报告资讯分享，第三是深化调查技术以改善飞安。那106年的研究的主题有执行建立事故噪音分析模组，有研发低高度危害天气模拟的工具，还有发展冲偏出跑道的及水漂事故的调查，另外还有发展疲劳调查以风险评估指南，最后一样是研发数位扫描及云端资料的处理，那能够提升建立黑鹰飞航记录器的解读的能量。那同时本会啊，为了要提升我们国内的飞航的安全的水准啊，所以也举办相关的飞安资讯的交流研讨会，邀请国内外的专家参加。那借由研讨会的交流，可以提升调查的能量跟资讯的交流。第五个，飞安资源报告系统运作，飞安报告系统非常重要。那我们在91年一月正式开始运作，那希望能够借由飞安资源调查报告，能够有效的侦测到飞安的死角，那化解不利飞安的状况的潜在的状况。那同时我们每年也出版2到4期的飞安资料报告系统简讯，将相关的资讯透过简讯传递给民航的从业者。那到今年9月30号为止，飞安会已经发行37期飞安资源调查报告简讯，累积的总资源报告数为422件。第六，我们也发行航空安全及管理季刊所以为了彰显航空安全跟管理的重要，那飞安会从103年开始创刊以后，到
今年的十月已经出刊12期，那是得到各界的好评。那希望从借由这个季刊的发行，能够提升我们的非安的水准。第三大项是106年的预算编列。那非安会从106年向科技部有申请到精进非安跟科技研习的研发经费，所以比105年增加950万。那如果扣掉950万的话，我们106年的总经费，才仅有5124万3000元，比今年的5257万8000元还少133万。所以可见非安会在经费，在业务的编列是很非常的遵守节省。那所以对偶然发生的重大的非常事故啊，我们不编在预算里面，我们都是连续2年向行政院申请第二预备金。那至于106年的预算的编列，大概在税入部分仅有84000元，税出的部分106年连科技预算加起来总共6074万3000元。那它重点包括第一个一般的行政，主要是人脸的基本费用，大概总共编列4662万。第二项是非安的安全业务，包括调查的业务，还有发展重大非安安全的专案研究，总共是459万3000元。还有精进非安与科技的研习，总共编列950万是科技预算。那第一预备金总共编列30000元而已。那第四大类一起施教的绩效，第一个我们将借由非安事故调查提出建议改善，来改善我国的非安安全及非航的环境。第二个，我们非安会里边时常派员参加事故调查相关的教育训练，还有国际非航的安全会议，希望能与国际接轨，以获取最新的调查技术。第三，执行精进非安与科技研习计划，来提升非安会非航事故调查的能量，同时定期发行非安资源报告系统的简讯，还有非安的管理的季刊，来达到资讯交流与分享的目的。第四，办理飞航记录器的普查，进行民航航空器、公共航空器跟超轻型航空器的事故统计，来了解我们现在飞航安全的事故的趋势。最后一项是展望未来，飞安安全是社会大众的福祉，本会的同仁都全心全力调查每一件的飞航事故，仔细的说证、分析、化解潜在的风险，找出原因，提出改善建议，避免以后事情再发生。但是非航事故安全调查事故的补查非常重的补救措施很重要，所以预防非航事故的发生，必须要除了非安会之外，民航局、民航业者相关的人员都必须要能够大家共同配合，然后才能够达到提升非安安全、保障人民财产的目的。那最后要跟各位报告，就是本会今年的整个预算编列非常精简，而且比105年还少，希望各位委员多多支持，谢谢各位，谢谢。好，现在进行询答，先宣告以下事项。询答时间，本会委员6+2分钟，其他委员会委员4+1分钟。站立啊！你讲15分钟。好，我看你讲有无啦？有啊。8+2的，还4+1，你在10对，刚好20。分准嘞？背那么多的。6+2嘛，你要讲你讲啊。8+2，要讲的话可以把6+14。6+2，听我的。再加两个。暂定10:30休息10分钟。委员发言登记于10点截止。各委员如果有提案的话，请于10点以前提出，以便议事委员会诊。现在请登记发言之第一位，郑召集人宝清发言。主委好不好？请黄主委。来，那个朱委请教一下，是，
我你这个工作看起来预算很少，但是潜力很大，对不对？没有没有，好、哦。真的，我讲华航机尾触地啊，那个调查报告现在怎样？现在已经把所有的资料已经收集完成，而且已经判定出原因。什么原因？最主要是工角问题，在重飞的时候啊的角度操作时候不是很恰当，所以仰得太快。这个我看到你那个报告里面很多都是因为这样发生事故的，是吧？是不是因为他跟他出生背景有关系？因为他是空军，所以机尾不长。所以一拉就上来了，是不是？有没有关系？这个应该是个人的问题了。空军也并不一定每一个人都这样。哦，是。所以这个，所以主要是因为人为疏失大于飞机的维修，是不是？啊，注意，你要较专业一点的。我很老高拢讲你无专业，啊，你个回答不专业。因为我是搞力学的，所以很专业。搞力学很专业，啊，其他不专业。都啊不。你不专业怎么会来当这个飞行安全委员会的主委？你安尼讲唔对呢？光我这力学专业，其他都不专业。主委一定安尼讲比赛呢？这是很专业的单位，是你不可以这样说。是啊，主委啊，好，对不对？对。啊，你为什么如果说你不专业，为什么要当这个主委？为什么？为国服务。是愁容嘛，是吧？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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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愁容，还是说因为你那时候阻挡南榮这个广场的命名，没有没有，国民党看到很高兴，皇心大悦，没有没有没有，指派你一个当位置给你，是不是这样？没有没有，我看你在这个，我看到你的读书过程，从成大学士、硕士、博士都在成大哈，是这个从这个本土的这个博士可以当到校长，这不容易的，对不对？谢谢。是不是啊？你是不是因为在处理这个过程里面很符合这个马毛的这个体制，很符合这个马毛的希望，所以就派这个位置给你，是不是有吗？没有，跟这个无关了、啊，跟这个无关。对。但是我看起来有关呢、欸。那你为什么会？你说你只有会流体力学，为什么派你当主委？这惠安跟流体力学差很多啊。惠安跟流体力学相关很没有了。注意，注意啊！你哪行？当过校长，我哪敢闹鬼的派听呢？对不？不会啊！学管理的说，这个飞安要管理，要管理智慧啊。那个学美术的也说，哦，这个飞机的飞行跟那个鹦鹉的跳动很像，对不对？拢有关的啊，对不？对啊，学体育的说，这个跟人体力学很像啊，对不？医生说啊，人体结构跟飞机的结构一样，大家毛关的。注意力袂使搞答问题呢，你还想过简单？我就要懂流体力学，其他不懂啊，其他不懂，你会担这个位置？跟委员报告，跟赵委报告一下哈，飞安会的委员总共有七个人，七个人是有了，我知了，但是你袂使安尼讲嘛，你袂使告诉我只有研究流体力学，其他不懂，不懂你就说担这个位置，他们的抽佣？不是不是不是，对吧？因为你那个很符合国民党，因为你去打压那个学生的这个。公开的命名要做南榕广场，所以你去打压他，所以国民党就说：哇，你这个人政治正确，所以不用你都困难了。对不？我想跟这个无关，因为我你看我的赵伟安的例子嘛，有没有看到赵伟在举大拇指？南榕广场的事情跟这个都无关了，不是、啊、政治正确啦，不是有关没关啦，因为他认为说你这个敢这样做是少数的例外呢。像你们强人同乡要移走，人家台青交。就剩成功大学没有移走，结果你出来讲的说啊，对不起啦，我不能让你移啦，因为我的压力很大。有什么压力？你说移走什么东西啊？同向啊，早就移走了啦。对了，我知道你成大是最后一个移走的嘛。是我、啊，但是当时你在的时候，你就是跟他讲说你压力很大嘛，是吗？没有没有没有，跟压力无关。我看到报纸热写说你压力很大嘛，因为、那個、所以说你政治正确，因为这种东西是要按照程序。好了，我问你了，坐飞机哪里最安全呢、啊？坐飞机哪里最安全？理论上应该是每个地方都安全，都安全，这样才是飞安的目的啊！但是我看到你的报道说坐后面比较安全了、啊，有没有这样？没这回事，没坐哪里都安全，反正摔下去都死掉这样。对对对对，是不是？对，你讲的对，完全对。注意啊，你看我进来还猛猛进来公共的，这样越来显得你不专业呢。啊，什么坐飞机完全摔下去都死掉？如果坐飞机有选择安全的地方啊，有哪个地方？那就是飞安就是出了问题。哪个地方安全？坐飞机坐后面 会比较安全？全部的地方都要一样的安全，对，才不安全都一样不安全是吧？不是，但是我看到每次就发生事故的时候，救到的都是后面的人，所以我现在发现到坐商务舱的人比较早死，是不是？主委啊，有没有这样？不会的、啊，不会这样的，啊，不会不会，我看到这个我们的惠安
这个百姓坐飞机哦，最担心是安全问题了哈，其他都小事哦，就是人生都一样哦，就是生跟死大事，其他都小事，对不对？啊，坐飞机就涉及了生跟死了，嗯，所以呢，飞安委员会的责任很大。我现在请教你一下哦，坐在飞机哪里安全？你说都安全啊？航空公司哪一家航空公司最安全？哎，有没有去评估？有，哪一家最安全？但是以目前的资料显示了哈。那个国际的公布里边哈，我们的长荣是算国内是最好的，国内最安全的，哎，最好的啊，最好的啊。国际呢，在国际上，在国际排名在前十名以内。那国际最好的飞机是哪一家？有几家像哦，新加坡航空啊，对吗？这些都算很好的公司。新加坡也是很好，是吧？所以新加坡在桃园撞到那个什么挖土机，不是航空公司的问题，是吧？是我们的问题。双方可能都有失误了。就是航管也有失误了，因为天气，而且天气也那天气这个航空公司，你说台湾最安全是长荣啊，国际最安全的是长，不是是新加坡。我们长荣是排第三呐、啊，谁排第三？我们长荣排世界第三。第三啊，新加坡排第几？新加坡应该原来是排在第一的。第一啊，现在排第几？我啊，第二是谁知道吗？你不可以不知道啊，你非常安全要对这个全世界的非常安全如数家珍才对，要专业就是专业啊。对，但是人家大家讲你无专业。我只要替你，你我拿出来替你瓶盖嘛，拍瓶盖呢。谢谢谢谢谢谢。第二个名什么人？我不知道。哎，恁家人不要怕死而已哦。没有，大概华航。第二是晕倒了。诸位晕倒了。好，阿球，好阿联球。啊？阿姆球，阿姆球，阿姆球。叫什么？什么航空？阿联球。我听无，我来听无。叫什么航空？阿联酋航空，阿联酋航空，嗯，那是第二名是吧？嗯，就全世界失事率最少的是吧？嗯，所以好，现在就告诉大家哪一家航空公司可以做，对不对？那哪一种机型比较安全？哪种机型比较容易发生问题？比较上，比较上哈、哦，理论上像 Airbus 跟 Boeing 啊，都是到国际上是最好的水准的。Airbus 跟 Boeing， 这是只有两家，全世界两家大公司，两家都讲了，对啊，等于有讲跟没有讲一样。哪一类型最安全呢、啊？在你现在的飞机里边哦，不能够以类型去比啊，因为高科技的东西啊，一定到达某一种的技术水准，才能够哈、哦、去商业化去生产。我们一般来讲，旅客遇到最紧急的状况是什么？遇到最紧急状况，第一个的反应是遇到 turbulence， 就是在空中在飞的时候遭遇到乱流、oh. 啊、如果控制的不好的话，旅客的第一个感受是最紧张的。来，我现在请教你哦，那个你那个黑鹰直升机花了344万，那么解读它的黑盒子现在可以吗？现在已经变了预算了。原来不，我现在问你可以不可以做得到？它的解读可以做得到，可以解读，对不对？明年就可以解读。那另外一个我看到 G280 那个商务专机那个，再给我一分钟就好。G280 那个。现在有办法解读吗？那个是特殊的机，对，我知道。你可不可以要求他们，这同时他们买这个飞机，就同时提供这个黑盒子给我们，这个解读器给我们。国内没有的话，我们如果假设发生问题的话，我们是会送到国外去做解读。不过台湾应该准备一套，对不对？可以请他们提供啊。我看到我们那个这样是不是比较适合一点？对。注意我的讲一句话啦吼。是。其实拿破仑在打败了被。流放到滑铁卢的时候，他讲一句话，这是一个名言，说什么？说伟大崇高啊，到荒谬可笑，就一步之遥。所以你坐这个位置到底是伟大崇高还是荒谬可笑？注意你爱请坐呢，你要跟我答复吗？你认为是崇高伟大还是荒谬可笑？看每一个人的，还是认为你的每个人的生命里面的一个可笑的一个注点？看每一个人解读。就按、啊、你认为你自己呢？我是顺其自然，顺其自然，所以荒谬可笑也没有关系啊。就是所以顺其自然呢、啊，所以顺其就荒谬可笑也没有关系啊。你对人生是这样嘛？这不行，做会好丢人啊！你知道不行呢？哦。你讲你有没有专利？你讲你学流体力学，只要懂流体力学，其他不懂。虽然你讲谦虚，但是不是你这个位置应该有的话呢？好不好？好，我想要好好做了，好不好？好，因为预算很少，要删也没有什么好删，但是一定要什么，就是一定要要把安全顾好了。好，谢谢。好，谢谢郑宝金委员。你的意思说不删他预算了哈？没有，我没有第三预算。阿鸟。好，请陈欧博委员发言。
谢谢主席，请邀请黄主委以及民党局林局长。黄主委、林局长。主委哈、非安会是独立调查的机关，是。那你就任也有一段时间了，你有发现到非安会有什么问题吗？我在这一年将近一年的观察里边呢，我认为非安会是一个很尽职的单位，非常尽职。说是他尽职的单位，但是他没有问题啊。我跟你讲啊，非安会有老问题的，根本的老问题。第一个就是非安会的委员专业性的问题。上次本席在这里跟外界已经跟你提醒过，你本身是水利的专家，如果来提升非安呢，我们这个非常的质疑。那我今天呢请教这个主委哈，非安会的委员现在有七位嘛哈，是副主委是谁？季副主委，季加分副主委嘛哈。那我们还有其他五位委员，有哪五位你知道吗？知道，李桂英。其中有三位委员呐、两位委员是交通部民航局去出任的，一位委员是中华航空公司航务副总退休，今年三月去就任的杨定辉。刘鸿一跟王坤洲委员呢是民航局退休的，本席多次提到我们之前的沈荣局长呢卸任之后呢马上去非安会担任主委，所以他马上就下台了，神奇的、神奇。那上一次委员会的时候我也提到我们的刘佩玲副主委，因为他先生担任陶机的董事长，我们认为本身有利益回避的问题，所以他当天下午就提出辞呈。我当然肯定他们两位的作为，但是我今天要跟你探讨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本身非安委员会的委员，如果利益没有回避的话，是调查是有的结果是有这个是受质疑的哈。这个部分我讨论很久了，可是我们非安会就是麻木不仁啊、所以你们的调查报告，今天讨论你们调查报告，实在我也是觉得说呢，这份的调查报告客不客观啊、这个利益回避的问题是你们根本的老问题。我希望你是想做事情，然后你自己觉得你很尽职，这个问题能不能处理一下？你下次再回答我，今天不用你回答哈。第二点，根据你今天的报告呢，我们发现近年的非安的这个大小事故呢，仍然很多。那为什么会非安事故会那么多？调查的原因结果呢，驾驶员占48.7%，那第二高的是系统及装备。33.3%，天气20.5%，发动机10.3%哈。那这些报告都已经出来了，我想这个大部分都指向人为的因素了哈。而民航局呢，因为管理疏失呢，也遭到监察院的纠正。所以我刚刚跟你提到了，非安会有那么多民航局退休的委员担任非安会的委员。调查的报告是会有问题的。第二点，国内的这个非安呢，要在前面提升非安会呢，是不是能够有怎么样的关键的地方要需要加强？我想就叫主委。好，我跟委员报告一下哈，非安会的最主要的职责是有发生事故的时候的进行的调查，所以我们无权去叫民航局你要请什么，你要做什么事情。但是他是因为非安事故调查委员会，所以虽然是有的专业是从民航局退休下来的，像杨定辉杨委员，我们考虑了很久，因为我们6-7位委员当中啊，没有一个对驾驶飞机专业的，所以你知道民航局每次非安，民航局是必然被调查的对象，你知道吗？你必然被调查的对象，他来从事调查。这很奇怪啊，这是利益回避的问题了。我想这个问题我不想再讨论了啦。报告委员，调查的时候是有专业人员，委员不参与调查。那报告的是要不要经过他们审查？对，
报告说是大家一起。对啊，他们里面影响报告结果的出炉啊。应该不会啦，反正你自己讲的嘛。我们担心你们这会员委员会的委员本身的利益没有回避，造成你的这个报告呢客不客观的问题，啊、哦，这个是外面质疑的部分呢、啊，你要细心来就来避免这个问题。那么要不然的话，以后的话，为什么刚刚讲特别提到两个神奇主委跟这个刘佩玲副主委，他们为什么有这样的思考？现在换你呢？你五个委员里面有三个是有这样利益回避的问题，你要去检讨去处理啊，对不对？你讲的话没有办法去说服我了。嗯哼。啊，再过来，我想请教你哈、哦，今年九月底啊，三年一度的这个ICAO 的大会哈，我们当然是因为知道中国的打压，我们也没办法参加哈。那整个呢，这个无缝天空的目标呢，我们就没办法达成啊，没办法参加这样的会议，也没办法这个去表达我们去了解啊，提供相关有关非安区域的安全哈。所以这整个已经不只是台湾的一个台北的一个。飞扬情报区的一个问题是甚至会影响到整全球的飞安、哦、这个问题呢、哦我想我必须要提出来、哦、就是说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个状况呢，我们要必须呢要严正的提出来、哦、我看到的报纸报告、哦、只有驻美代表高寿泰有提出来，认为说这样排除台湾的参与是倒退的做法，更威胁全球的飞安，你非安会都没有发表一个声明，或者一个声音，我认为是有亏职守了，对不对？跟委员报告一下哈，因为 ICAO 哈的业务跟非安里边呐，在十九项里边只有两项，哦，所以我大概跟这个 ICAO 有关的是交通部民航局。我希望如果这个非安大家重视了哈，那个主委是，你看我们的台北飞航情报区呢，涵盖18万平方里。这个是海里的里哈，嗯，连接福冈、马尼拉、香港、上海四个飞航情报区，2015年提供近153万航管架次的服务，进出旅客高达5800万人次哈，是东南亚航空运输网络不可或缺的一环，所以全球的飞安呢哈是息息相关的，好，我们要对这个。中国这样子的一个作为呢，我们要表示严重的抗议。好、嗯哦，那站在非安委员会，如果能提出这样的一个声明的话，我相信会提醒哦国人哦，也能够注重这个啊、哦、这个在非安上面呢，我们一些安全的问题哈、哦。好，那个另外我再请教哈、哦，今年8月9号，在你任内有举开一个。2016国际安全资讯交流研讨会，是不是有这样的研讨会？这个会后有人在谈论了，就是说你邀请参加研讨会的这些业者呢，跟我们非安会呢的委员呢这样交流过密呢，是不是会影响我们将来调查的客观性？这第一点。第二点，那你们说跟业者交流呢，可以增加你们的专业知识。是真的这样子吗？哦，这个我们大家存疑了哈。那我是希望说，跟业者，哦，过从甚密这个部分，你们要去维持一个非安会的独立性，尽量避免。对，哦，被这些民航业者，尤其是华航，哦，有公股的华航，你们现在很多像刚刚讲的杨定辉，华航退休要去当你们的非安会的委员，之前。你的主委张友恒第二天卸任又去当华航总经理，这个是世界奇观的、啊、哦。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请教你啊，就是非安的问题啊，还是我们自己害了自己啊、哦、我特别提出来啊，包括我们现在要检讨的一些问题啊，包括我们机师啊，刚刚讲的人为的因素，很驾驶员占70%几啊，那我们的机师48.6%了哈，我们的机师筛选过程是怎么样筛选？我们机师的训练的课程怎么安排？机师的休息时数妥当吗？公司人员的调度，还有我们飞机维护的保护，
还有放行督导的把关，还有我们政府执行的一个强度，啊，这个都是你要去考虑啊。最后我提到，以机师的筛选过程来讲哈，我们比起其他先进的国家呢，台湾的这个机师的养成呢，太过松散，啊，他只要取得 PPL、CPL 250小时的一个飞行呢，他就能够啊这个驾驶。那相较于一些训练扎实的美国飞行员呢，他们要1500个小时，整整的训练，他们就多我们五倍了哈，五倍哈。那希望说，主委哈能够注重这些技术上的问题哈，不要啊问题知道的是人为的问题，但是呢没有去改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新航这个新型飞行记录器呢，不断的推新。飞安会的解读跟分析能力也要跟着进进的哈。对。那根据你的资料哈，目前的解读能量我们大概是多少？99.6%。CVR 跟 FDR。99.6%。99.6%。那最近新型的是 A350 呢？对。这个飞机我们不是最近飞华航进了一个飞机。对。它的那个解读能力是多少？这可以目前的我们的设备可以解读，没问题。陈委员，时间的关系，好 ，OK。我想，我刚刚主席说要答应给我14分钟了哈，14分钟还没到。好，有答应了，拍手，我等下就来。好，那所以我是希望说哈，这个你能够针对哈这个啊这个新型的飞行记录器呢，是哦，能够啊不能解读，你今年那边的预算要做处理嘛，对不对哈？我们这个不反对，但是呢，这个说在这个相关的设备提升。这方面的工作你要去落实。那我特别拜托民航局哈，啊，民航局是飞安会啊调查的必然对象。民航局的退休的人员不适合去接任飞安会的委员，这个是利益回避的问题。啊，就像你们民航局的局长啊，神奇退休以后马上去接任那个飞安会的主委，这是不对的。啊，以上，谢谢。是不是？谢谢陈国波委员哈，谢谢。接下来我们请赵正宇委员，谢谢。谢谢主席啊，主席要请我们黄主委。好，请主委，谢谢。你好，主委早啊。我们这个你是飞安委员会嘛，哈，是属于事后的嘛，对不对？对。事前呢坐在你对面哈，我们民航局林局长哈。对对对。好，一个事前，一个事后。那我们今天是讲事后，我们先讲飞安委员会事后的哈。刚才很多委员提到哈，像华航，开飞机之后每次都是触地啊，机尾都会触地啊。你刚才说完成调查是怎样？如何？为什么？它是重飞的时候仰角过大嘛，对不对？对。你刚才讲了嘛，对不对？是不是？对。为什么仰角过大？就是他技术不好还是怎么样？还是机械问题？跟委员报告一下，因为现在还在调查当中。哎，你不是说调查完毕了？没有，我要听你讲了。收集完毕，收集完毕啊、哦！对对，那正式报告还没出来，所以不便哈、哦。这个那王调查官，您是资深调查官嘛？哈，哦，我是。你以前是机师嘛？是，应该是嘛？是啊。哦，看你的长相也像空少了哈，都像了哈，但是机师比较像了哈。这个长那么帅，就是那你机师，你认为我们华航还有复兴航空这几个空难哈，你认为为什么会发生这些问题？是事前训练不够吗？才造成你们事后这么忙？这报委员不是我要推脱哈，而是一个事故发生。通常来讲都不会是单一个因素，啊、事实上一定包括它的管理、训练人员的选训跟实际执行面，包括环境、飞机状况跟实际的天气，所以事实上很难定掉说到底一个事情是为什么发生。事实上一定有它的前因造成最后的结果。哦，那前因坐你对面嘛哈，那个民航局嘛哈，那你们是调查这个东西？那我常常看电视啊，像 Discovery 那些有没有这个国际的一些频道啊？他有一个飞安的有没有节目嘛？哈，我有时候有看到，他们把不管是掉到飞机还是撞到山或者任何一个事故啦，他们会把全部的残骸有没有捞起来？他不管是集中起来嘛，哈，把它拼凑起来，能拿多少就拿多少，甚至一个小零件，对不对？哈，那今天他把它拼凑出来，就
最大的原因就是要把他那个原因找出来嘛，是不是？那我请问你们委员会有这样做吗？有，是过去我们也是这样做。过去那现在有没有这样做？现在我们每一个案子基本上都是我们必须要把关键。好，那我讲澎湖的啦哈，澎湖复兴航空那个降落重飞啊，有没有哈？降落有没有重飞那天啊，天气不好，台风天啊，有没有？那我们军方的跑道又不给他用，是不是？那他降落的时候又没有降落好，又看大概看错跑道还是干嘛，造成事故，那是人为的吗？那个我们调查最后结果是，飞行员没有遵照标准作业程序，他飞低过他最低下降高度。那为什么会这样？我们认为是安全管理。那南港空难也是这样子啊，就像你讲的啊，是没有照 SOP 标准作业程序嘛？是不是？为什么会这样子？局长，这是一个公司的训练要求跟组织文化的一个问题。那个民航局局长，那就表示你们民航局督导不周嘛，对不对？是不是？包委员，民航局是做监理了，那基本上，诚如刚调查官所讲的，人机产业还有整个环境都是有可能，所以我们在监理的部分对人，我想这个就重新来加强。我请问你，我们国内哈、是这个机师哈、多久就在我们那个模拟舱有没有训练多久？一年多久测一次？一年要两次，一年要两次，就半年一次嘛。对。那半年一次，各种状况都有，突发状况都有模拟到吗？以往是有历史的题目，那最近我们导入了叫做 evidence based， 就是根据他自己的飞行可能发生的错误再加强。我跟你讲，这几个哦，这几个造成这个空难的有没有，都是 SOP 没有做好，训练不足，哦，左引擎熄火他关右引擎，对不对？那跑道在右边，他跑到左边来。把路灯当跑道，是不是？那个目视也有训练的能力就是有问题嘛？是，所以说你这个民航局局长要特别要求一下哈。复检就是希望找出这些问题。好，赶快一点哈。是。那黄主委，我最记得哈，我们那个华航一个空难了，在那个澎湖有没有？你记不记得？华航一个空难了，2002年的。2002年的时候有没有哈？是。造成225个人死亡嘛哈？是。他那个飞机哦，你看有这么奇怪的事情，那架飞机是跑最后一趟，对不对？是跑最后一趟，他要飞哪里？飞香港赤腊角机场哈，跑最后跑完之后要干嘛？要卖给泰国航空。你看跑最后一趟，他在澎湖的时候解体，为什么？他以前就是。十几年前，它的机尾就是像现在有没有？它重落地有没有？擦撞到地面有没有？那刚才我们其他委员讲，我们的飞行员，我们的那个机师是不是空军退役的哈？来把那个客机当战斗机开啊？有没有重飞马上拉起来有没有？还是开 C-13 洞啊？还是 C-119？ 因为它后面扬，它本来就比斜式的嘛，因为它是载货载人的嘛，它把它开成那个运输机也一样。整个角度把它拉大，所以说啊，这个造成这个原因啊，就是我们的金属疲劳嘛。当初蒙皮有没有在修复的时候，资深工程师对不对？是不是？那个调查官是不是我讲的有没有道理？就是因为蒙皮对的，那个嘛，老旧嘛，哈，疲劳，金属疲劳嘛，它才会空中解体嘛。啊，我请问一下，你每年我们不是有做 X 光检查吗？各位报告，对于整个飞机的结构检查，事实上它并不是每年会做。那一架飞机是因为它没有完全磨除了那个刮痕之后，它就把补片补上去，所以在那一段时间飞了22年那段时间，它都还没有到把外面的蒙皮补片拆掉去看里面那个阶段。它好像应该是25000个 flight cycle 才会去看，25000个小时才会去看。它飞到22000个小时就发生这个事情。啊，像这个东西，你们委员会有没有去看过？检查过，一定要发生状况了，你们才去看吗？你们之前他就已经有发生过，有没有？有事故了嘛？這個、就是就像我们汽车，他有事故了，我们就要定期追踪他嘛，对不对？那现在这架华航会不？你也会不会这种状况？我怕会重蹈覆辙，有没有？又一个20年或者10年或者2年，他一样又解体了。我想这架华航是，我想局里应该这一次他是把整块蒙皮就换掉了。它整个换新了，所以基本上不会再发生。有没有磨皮呢？你有没有去看一下？对，它你是机，我们看过这个案子，对，它是意思说它整块换掉。我现在是担心，对，又重蹈覆辙啊！你懂意思吗？我们要现在就局里一定会说，确实。主委有没有道理？是不是？你们每次那个作业成绩就这个样子？搞不好又来一个。
刚才讲啊，最重要的哦，我们没有加入我们的国际的那个航空组织啊，民航组织啊，这对我们非常伤。我们刚才每个委员讲啊，我们一年有153万架次，有没有往上面飞？有没有？然后我们的那个情报区里面飞，那我们不能加入那个，以后叫他们都不要飞了。我们是重要路径哎，对不对？是不是？这个可以不可以？你要争取啊，诸位，那个还有局长都要争取，赶快要争取一下。这个对我们这个民航业者非常重大的一个组织啊，一定要加入哈。另外一个就是，你刚才说新加坡航空第几名啊？安全，诸位。以前第一名啊，对，现在第一名是。为什么会变第几？现在第几名？现在是第几啊？以前是第一名啊，也是第一名吗？以前，我说以前，我说现在啦。现在是国泰啊。现在是第几名？现在新加坡第几？新加坡。已经蛮后面的。第五、第六。我跟你讲啊，2000年的时候有没有象城台风？记不记得？啊，对对。跑错跑道啊。他的第一名就回到我们台湾了、啊。我们的中正国际机场，这是我们管理的疏失，你知道吧？跑错跑道有没有造成人家人员伤亡，造成人家航空公司有没有以后都不停加油啊？到洛杉矶啊，到美国都不停台湾啊，都停东京啊。所以说啊，我们的问题很多啊，要多加油哈。谢谢、嗯，谢谢。好，谢谢赵委员。接下来我们请肖美琴委员，谢谢。好，谢谢，请诸位哈。还有，请黄诸位，谢谢。诸位啊、哦，最近我们台湾社会上因为华航空服员的抗争哦，引起诸多对于空服员工作时数以及劳工待遇的问题的关注哦。嗯、但是我们知道飞航非常的重要啊，空服员的专业以及他们的应变哦、啊，在第一线也是非常的关键。但是除此之外哦，我们的机师哦，更是一个整个飞航专业跟紧急事故研判的最核心的人。那我们机师的工作时数哦，跟相关的劳动条件哦，最近有没有在空服员在进行整体 review 的同时哦，也进行相关的检讨呢？因为这个业务不属于飞安会的业务，所以我们也不。所以你们不把机师他的精神状况、身体状况、有没有休息，当作是飞安的一环吗？你们不把它当成飞安的问题吗？我们认为它是跟飞安有关，但是它不是飞安的业务，所以我们无法去插手。有关，但是不是业务？对。啊，这是什么道理、啊？就是我们也不敢说叫民航局或叫华航，你要去做哦，做这些时间的调整，让机师什么样的心理的哈、哦、的感觉。那你们过去发生这么多的这个相关的飞安事故，有一些是跟机师在第一时间的这个判断是有关的啊。对。难道你们都没有提出任何改善的建议吗？我们都有改善建议。所以你们的改善建议里面跟这个工作时数跟工作条件是完全无关的。有关。啊有啊有关，又说不是你的业务，这个这样推来推去的。不是，但是我们可以提出改善建议，哦，叫民航局去督导，叫民航空公司。那你们曾经提出过建议吗？有提出过建议。有关工作时数提出过建议吗？有。那民航局有确实督导各航空业者有确实做到吗？这个民航局这边的跟航空公司之间，我们就无。啊，所以这个很奇怪，你是主管飞安的，你提出很多改善的建议。但是航空公司有没有做，有没有落实，就都不是你们的事。不是，我们会。啊，你们也不需要 monitor、那个。好，每一家航空公司是否有确实落实你们对各项这个改善的建议？哦，我这样听起来很可怕哎，不只是这个机师的工作时数的问题哎，可能各种对机械维修啦、频率啦、对各种的相关其他的问题，你们都只提建议而已，后面的事都不管了。有会有追踪，会有追踪。啊最终，但是我们无权去哈说你有没有到这样做，我要处罚你。哦，你们无权处罚，但是你们有在追踪啊？有在追踪。那你们现在追踪的状况，各航空公司、各业者，包括民航局、主管机关，到底有没有落实你们的建议呢？你们可不可以提供一个公开，让国人检验？我们每天在选择我要搭哪家航空公司，国际上也有一定的评比呀、啊，对不对？有安全评比嘛？对。那我们国内对于相关改善的建议。
可不可以公开这个资讯？我们在，因为这涉及到国人的安全、啊。我们有三项在网站里边都把它公开，最终的事情都有把它公开。好，那有没有业者没有落实到你们的改善建议呢？有没有？目前还有在列管当中有三项了、啊。三项。三项。三十项。三十项。是。是你们改善建议要改善，但是业者并没有做到。对，是还在做。好，这三十项。到底是哪些业者所属的待改善的事项？这个在你们的网站都有公开吗？所以我们都可以来检验这些航空业者到底有没有认真来看待飞航安全这个问题吗？对，我们现在到8月30，今年8月30号，还有9家航空公司被我们公开列管。九家？对，九家。啊，台湾有这么多家？这个机关总共是在这里面有。所以九家航空公司几乎台湾的所有的大小航空业者都有管制了嘛？请那个对好，按照这个资料是有公开的嘛？我可不可以让我说明一下？好，就是依照事故调查法第27条，我们只针对政府有关机关的我们提出的改善建议做依法列管。那相关于航空公司，只要说各航空公司有需要改善的地方，我们会建议民航局去督导这家航空公司做改善。那民航局会督导他们改善之后，会回复给飞安会说他督导了之后做改善。所以这些资讯是没有公开的吗？这些资讯都存在你们跟民航局之间的对于的公文里面吗？报员没有，就是我们网站上，我们把我们所有提出的改善建议，现在总共928项，通通上网公告。你说900多项，928项，通通在网络上面。好，在你们网络上公告。公告。那至于这些业者到底有没有？接受这些改善的建议，有没有在执行？对、就是，这个后续的追踪的状况。我举个例子哈，就是如果我们建议民航局督导某家航空做改善，然后民航局回复给我们，他的回复我们上网公告，那我们针对他的回复的意见，我们也上网公告。如果我们觉得说这个事情还没有改善完，我们就会建议行政院列管。所以现在有30项是在列管当中。好，所以这些都是在你们都在网络上面就。在网络上会呈现，让国人可以来公平哈。是，但是对于航空公司，我们不直接针对航空公司。好，了解。所以那我另外请教哦，你们的整个年度预算当中哦，6000多万里面有大约4000万都是在人事费用上面哦。那我想要了解，当然这个飞安会非常重要，因为涉及我们国人搭乘航空机具的安全哦。但是在没有发生特别事故，如果说这个上帝保佑我们整年相安无事，好、哦，没有重大的事故，那我们的这些常态编组的人士平常的业务是什么？他一般都有做研发相关的资讯的收集分析，以来应付可能以后哪些事情。好，所以这些研发，那你们的人员大多数是研发人员，还是行政人员，还是什么样的人员？大部分都研发人员，大概是调查组啦，所以是有一定的航太科技机械，对，或者是飞行的这个相关的专长背景的人哈。那这样子的研发人员的比例跟你们一般行政人员的比例大概是多少？我大概5:1吧，但我们行政人员很少。好，所以都是专家为主。大概5:1啦。他日常的业务就是做相关飞安技术，还有解读器的这些还有 modeling 的新的技术的了解跟认知的 upgrade。对。好，那我们有没有一些考核的标准？有。好，也就是说他们几乎都是 up to date 哈，全世界哪一些新的发展，哪一些新的技术几乎都 up to date 哈。对。那我们现在因为加入 ICAO 发生了许多的困境哈，那这当然。ICAO 3年1度的这个大会哦，有点像大拜拜，但是有一些经常性的这个业务，我们有没有试图从安全的角度来跟其他国家的这些相关的专家或者是技术人员来做接轨跟交流呢？我们除了 ICAO 之外，飞安会啊，大概在国际上有相关飞安会的 NGO 的 association 或者是学会举办的，我们都一定都有参加，好，而且我们都有参加。对。好，那能不能列表出来哈？我们大概参加的是哪一些组织啊？那有些涉及到会费的部分，因为并没有做太细部的呈现在你们的预算里面哈。好，那另外最后哦，这个我们空域观光哦，在台湾要发展的话哦，其实，在很多国家像泰国啦、大峡谷啦、拉斯维加斯这个从空中来
观光的这样的一个，除了作为交通点到点的交通载具之外，纯观光的这个功能啊，在很多国家也相当盛行。在台湾如果要推动的话，安全是前提哦。那这个安全没有安全，这个产业绝对做不起来。所以对于我们国内这个轻型载具或者是超轻型载具，它所需要的这个安全环境哦，或者是管制的方案哦，我们有没有做过研究？这方面哦，因为轻型载具非常设计非常复杂，而且它其实事故率还蛮高的。我们常在新闻里面看到。那我们有什么对他们的建议或改善？因为如果完全没有进入一个法制的列管当中，事实上难以掌握。对，而且这有点像空中掉下来的灾难或者是问题，影响到其他周边不相干的人。所以这个你们是不是能够做一些评估跟研拟，说给民航局一些建议，我们该怎么来强化对于这些轻型载具的管？因为有管理才有产业，我们才观光才有一些新的契机呀、啊。报告委员，因为空域的使用是属于民航局，所以我们非常会协助民航局在安全上。好，来好，所以我希望这个民航局今天局长也在，希望呢我们能够强化各方的沟通哦，那把这个机制把它建立起来哦，让这些超轻型载具能够列入管理哦，那以安全为前提来发展一些新的观光跟产业的可能性。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美琴委员哈，我们接下来请严宽恒委员，谢谢。主席、各位委员同仁，主席，我想请非安会的我们黄主委。啊，请黄主委，谢谢。好，你好。主委好。你好。主委，我们非安会哈，我们的这个解读黑盒子的能力是亚洲第一。台湾是亚洲第一。但是这个第一有一点讽刺啦，因为这个第一就是说，如果不是经常发生空难，经常需要解读，那可能我们的能力也不是这么好。那所以说这几年在台湾在这个飞行的安全性来说，尤其是螺旋桨的飞机，它的失事率是国际标准的国际的这个比例的 1.5 倍以上。那所以像这样子的失事记录，如果要把台湾在国际上的名声找回来，未来几年可能都是要零事故，都要零事故才有可能再把这个我们的一个飞行安全的一个名声找回来，不然我们现在是高风险地区了，这样在国际上是不是有损我们台湾的地位？对，是的，是，这个是很确定的。那接下来我请问，就是说针对复兴航空在10月20号的时候澳门飞桃园的班机，因为气候这个侧风太强，所以它转降了松山机场。那另外同一天澳门航空桃园飞澳门也是因为侧风太强，所以转降高雄机场。本席想要请教主委，就是说如果你认为飞机遇到这种班机起降困难的时候甚至于需要转降的时候，是否可以我们的游客可以在转降的机场下飞机？这个有关入出境安全问题应该是属于民航局跟境管局的业务，飞安会只能够以客观的立场说以安全考虑为最优先。我是请教，对，我是请教飞我们这个飞安会你的意见嘛是，所以你是同意的，是不是？我认为安全最重要，安全最重要。但是因为民航局的规定就是说，如果他是同意转降，目前是同意转降，但是在转降的机场是不是可以下飞机，他这个标准不是很清楚。他就是说除非说有这个身体异常身体不适，或者是说长时间没有办法预估他什么时候可以回到原来起降的机场、降落的机场，所以才有可能让他们下飞机。所以变成说我在这边要提出就是说是不是可以具体化或者是条件化，让这些被转降的这些游客可以在转降的机场让他们下飞机，让他们有一个确定感，是可以吗？如果是以飞安会的立场跟个人的意见，我认为公务单位
应该有做 有弹性的处理，以保障老百姓的安全，生命安全最重要。好，所以主委你同意了哈、嗯。那现在另外一个就刚刚我们好几个委员都提到，就是这个像前一段时间哈，尤其是这个长荣航空在台风天它强行降落的这个事件，虽然说是凭靠的机师的这个专业经验了哈，那他们认为说他们可以有办法去克服这些困难，但是在飞安会的立场，是不是已经影响到了飞航的安全？对。那你们有提出有没有具体的提出，指责、纠正或者是一个要他们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谴责？跟委员报告一下，因为他没有发生事故，所以就无法把这个信息到飞安会来。但是以飞安会的立场，我们认为飞行安全有顾虑的时候应该避开，哦，因为他们认为是只有台风眼的地方没有无风带，就是说没有发生事故，没有人伤亡，你们就无可奈何，是这样吗？我们就无权哈说你非要怎么样不可。啊，像我们一般，我们没有办法每个人都开飞机的，但是我们可以开车，可以骑摩托车嘛。那所以我骑都在放香手，我塞车哦，我开车的时候我就超速，出现60，我超速100、200，我没有撞死人，所以你就无可奈何吗？我们的道路管，我们的国内的道路管理条例不是这样子啊，因为在天上我们也，但我们没有办法每个人去处理去执行这些事情，所以我们就比较吃亏吗？报告委员哈，因为这是前那个机关的那个主权问题，管理建立在那是民航局。啊，你是飞安会嘛？你就是就飞行安全的角度来要求他们啊，如果对？像刚刚有提到说啊，华航他这个爬升，因为降落的时候，然后在这个要就是降落没有办法降落，然后又紧急这个爬升，结果他的那个去那个就是那个尾翼啊，哈，就是机尾去这个怎么讲，就是说触碰到地上那个问题，哦，也有人说是有的委员是说他因为他是不是这个战斗机驾驶，哦，空军驾驶，所以才用。有时候这个不是我们做一个揣测，哦，做一个形容，哦，做一个这个我们不是当事人，当时的情况我们也不知道，没有人愿意这样子啊，哦，那所以但是不能等到事情发生了，哦啊，才去这个事故现场，在那边吊机啊，人塞工叫遐人叫人人观察更更大，安尼啊，回去现在就去刷，搁顶再开始。刚刚提到那个新加坡航空公司以前都是世界这个飞安第一名的，对不对？就是在我们这边的弄流卡头机嘛，对不对？他要撞也去撞一台好一点的，撞一台卡头机，卡头机一台1,800,000呢，哦，啊，所以说。有些事情就因为从旁边这些小的细节，它衍生一个大的事故，让我们台湾的一个在航空的一个声望哈都没有办法提升了哈。那另外就是在因为时间不多了哈，我就在请教，就是说我们的这个飞安的容许范围哈，我们在目前哈，我们桃机的起降量是不是已经逼近了它的容许范围？这个运量大小应该请民航局哈，他们在处理。哦，那我是要请，我就飞安的这个范围来问你，就是说，因为我们未来桃机的这个载客量起这个运量一定只会增加，不会减少。哦，那像在这样子的一个过度拥挤的情况之下，而且我们的第三跑道。要到2030年才完工了哈，第三航厦还要更久，那所以说在这样子情况之下，我想已经造成了很严重的威胁。那另外就是说，是不是我们在上次有很多中部的委员也有提议，让台中机场，哈，台中机场就是说可以增加航班运量，来能够帮助我们桃园机场哈。来做一个这个游客的一种就是分散了哈，当然也要在政策性的这一方面来支持台中机场，能够有更多的航空公司、更多的游客愿意到台中降落，才有这个机会。那所以说，我想请教就是说，飞安会我们主委哈，你是不是赞成这样子的说法？对，我赞成。当一个大机场的容量已经不足的时候，应该疏散，对吗？以测飞行安全。但是这个跟我们飞安有关系的，就是这个雾的问题啊，气象的问题哈，哦。我们目前哈，哦，
我们的这个我们的一个标准，我们国内的这种因为能见度的问题起降的这个控管标准是不是跟国际一致？应该一致，一致的嘛，哦，是一致的。那如果像这样的情况之下，因为台中哈，它我们所在地我们清楚，哈，它如果只要一起雾，很多飞机都没办法降落，没办法起飞，会很严重的去影响到这些班机以及旅客的意愿呐，哈。那我想这一部分，未来我们蔡总统也宣示说，台中机场航空站要升格为国际机场。哦，那未来台中机场扩建跟第二跑道的这个完工，虽然时间比较长，但是也是势在必行。所以就飞安会的立场哦，应该要审慎，而且要积极哈，来跟飞我们的这个航空局民航局，大家一起来研究这个问题，让把这个事情哈能够一个更确定性。好，好不好？好，谢谢，好，谢谢诸位，谢谢，谢谢。好，谢谢严委员哈，我们接下来请李坤哲委员。可不可以麻烦一下联络一下我们陈雪生委员啊？好吧，我要开始领代班费了。我好，谢谢主席。主席，请一下飞安会黄主委。好，请黄主委。请一下资深调查官王新忠，还有民航局林局长。我们请以上官员，好，谢谢。主委，你辛苦了，因为担任这个工作是要很辛苦的。是一个很专业的一个单位，它不是一个政治的一个酬庸的单位，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全面的了解相关飞安会相关的职责以及它的业务。那我们在这边要请教的是有关于志愿报告系统啊，是有关于飞安很重要的一个系统，因为它是主动的发掘飞安相关的问题，找出它潜伏性的相关危害飞安的因子。那但是我们这几年看整个飞安志愿报告系统啊，我在交通委员会咨询过很多次，我们的飞安志愿报告啊，真的是成效非常的差。看美国一年大概有95,000件的志愿报告，但是我们今年啊只有7件。我请教那个资深调查官王新忠，为什么我们的志愿报告件数都这么少？是对于飞安人员，就是对于飞行人员、机师等等，他们如果提出这个飞安的志愿报告的时候，他们会为自己惹来麻烦吗？要写报告写不完吗？请简单说明一下。报告，国际上面像美国能够收到这么多报告，主要是因为他立了一个法，就是如果只要主动提报到这个单位之后，他就会被免责。他自己犯的错误就完全免责。那目前来讲，我们飞安志愿报告系统有用的方法是我们用匿名的方式来处理，所以我们用处理的方式来让当事人不会受到任何的责难。我请教林局长，这种报告系统有两种，一种是强制报告，一种是志愿报告。强制报告相关的人要记点嘛，对不对？是。那志愿报告系统在目前是处于保密的一个形式，就好像类似市民专线这一种的，是尽量收集各种资讯。我们现在有5种的这种线上志愿报告，我们有志愿报告系统，有5个途径，是就是传真、电话、电话专线、电子信箱，还有线上通报，以及这个飞安报告的初步表。是那我们的线上通报，早上我也跟王新忠王调查官一起在测试。就是你们的 iPad 可以，但是我们这些助理在使用电脑测试就没办法进去，或者是相关的手机也没有办法连线。刚才在请教王调查官的时候，你也说你们最近在做维修测试，是不是？简简单说明一下。报委员，是我们刚才测试之后跟我们的工程师联系，现在已经完全都上线，手机也连线，没有问题了。所以谢谢委员注意到这个事情，谢谢。这不是要谢谢我，这是飞安志愿报告系统的线上通报呢，是提供地勤、旅客、机师相关的人员，他们可以针对飞安的潜伏性的一些危害因子，主动提出来向飞安会提出建议的。怎么是我早上跟你讲，你们现在才去做调整、做测试？报告委员，我们
应该可能也许是测试的同仁在测试的时候那个时候有问题，但是后来基本上我们现在测试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是这个都要随时保持这样的一个线上通嘛？你们是非安会呢？我们会注意要随时保持随时要注意这些线上通报系统要保持稳定的一个状态嘛。那另外我们非安报告的件数这么低，你看这几年来我们的件数啊一年比一年少，你看在104年48件，到今年为什么只有7件呢？报告，我们到十月为止统计现在是20件，所以那个资料可能还没有更新到。但是20件，我们一年才只有20件的报，不管是7件或20件，美国一年是95000件呢。对，那我们的这个非安的自愿报告没有办法去主动的发掘相关危害非安的种种因素的时候，难道我们非安会就是成为一个飞机事故发生之后的一个调查单位而已吗？是这样吗？不是。那我们这个系统，这个非安自愿报告系统，在之前我们的自愿报告系统也有通报几样有关于机场的地勤的问题，或者是台风天气候的问题，或者是相关航空的从业人员机师或者空员他们超时工作问题，都有在之前都有提出这样的一个报告，但是我们有去处理吗？后来这些事情都接着发生重要的事情，你看我们在通报的时候工时的问题，这个四月的时候人家就反映，六月的时候九月的时候就发生了超时工作的争议，地勤的问题三月的时候就有提出能见度低，地勤仍然在持续作业，然后十月的时候就发生管制区因为灯光太暗发生车祸，然后相关台风天的问题八月人家就跟你提醒天后不佳随意宣告紧急状况转降某机场，然后九月的时候就发生梅基台风长荣班机硬要降落的一个问题，自愿报告都有提出来过，你们是怎么处理这些相关的程序？报委，我们针对每一个提进来的报告我们都会去处理，我们会第一个询问当事人详细状况，然后跟有关机关去做询问相关的资讯。刚才黄主委一再提到非安会没有职权，只是把这个报告提出来或是交给民航局，是这样吗？我们没有相关管制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吗？当然有啊，王调查官简单说明一下。主要这个报告系统要能成功是当事人要能得到回馈，他要知道他提了报告之后受到什么样处理，所以基本上我们收到每一个报告之后我们会把处理最后询问各单位之后处理的办法到最后会回给当事人，如果这个资讯是值得分享当然是要回给当事人，另外一个就是对于民航局你们有针对非安自愿报告有相关问题或者是危机发生事故之后相关的检讨报告都会交给民航局，因为要去做未来的这些飞机事故预防的一个重要的工作，怎么会跟民航局没有关系？你们相关的管制联络的这样的一个程序在之前都有提起过啊，你们不是说做报告之后丢给民航局就没你们的事啊，当然还有相关的管制的这样的一个程序的问题啊。这个王调查官你比较熟，你简单说明一下。是，报告委员，现在我们提出来的所有的改善建议，那有关机关包括民航交通部、民航航空局收到之后，他90天之内他要回复他要做什么。那如果我们评估觉得说这是可行的，但是还没有结束，我们就开始列管。那这个今天还是要跟这个非安会黄主委、王资深调查官，我还是要建议你们要建立一套 SOP 的标准程序嘛，让民航局对这些自愿报告的内容有具体的作为嘛。然后民航局有责任要求这些航空公司要落实非安的相关的建议，来精进我们的国家的飞行安全嘛。这个非安自愿报告系统在我们国内啊，刚才王调查官你也讲，美国为什么能够一年95000件？因为他们免罚。那我们现在只是在
这个匿名的部分保障这位当事人的隐私而已，但是如果去调查有发生事情或是的确属实的话，那这个人例如我是机师，我自己填写志愿报告系统，你们也不知道我是机师嘛，但是登记的时候发现有问题，然后这个飞机是我管的，然后我变成我要受到责罚，是不是？请调查官简单说明一下。以飞安会处理志愿报告系统，我们如果认为处理下去当事人会受到相关的法则，我们会不处理。好，我也请教一下民航局林局长，是今天这个飞机是我处理的，然后我发觉这个飞机有问题，我志愿报告系统上去，然后调查真的有问题，那是要处罚我管理不好，可以免罚或减轻其罚，还是减轻其罚、啊、那这样谁要去飞安志愿报告系统？如果是刚才王调查官也讲得很清楚，是美国一年那么多件，对他们飞安确实有保障，但是呢我们台湾却是减轻他的处罚而已、免罚或减轻其罚，减轻其罚有时候只是警告或者是做比较轻的，这个要去检讨，这个请飞安会跟民航局针对这个飞安志愿报告系统效率低落，一年才七件、二十件、三十件，美国一年是95000件的平均的件数，这样真的对我们飞安啊伤害非常大。跟委员报告一下哈，对前天哦，我已经遵照你上次的咨询哈，前天要求飞安会要开始重新做问卷调查，包括机师。前天我已经咨询几年了，你前天飞安会才要去做这样的事情，整个调查，然后看怎么样因应当提升这个志愿报告系统。就我也发现真的太少了。我请教那个华航的那个机尾落地的事情，你们初步报告出来了，详细报告什么时候会出来？明年以前会出来。这个王调查官，我请教你了，这个机尾落地了，是。不是一件小事呢，是这个在过去有同样飞机也是同样的问题，但后来他们在飞机上也造成解体的这样一个重大的空难，是这个应该你印象都很深刻吧？这个事情我们会审慎调查，是相关的这些问题啊，我希望我们飞安会要确实的掌握这些资讯，就是在飞安的部分，这个我再提醒你们一次，就是说。我们中华航空的机尾插地的事故问题啊，为了要避免这样的一个像华航 CI611 的空难，日本航空 JAL123 的空难，他们其实都是因为机尾蒙皮触地啊修复不良，然后在长时间飞行之后空中解体导致空难的发生啊，它虽然修复之后但是还是有相关的问题啊，空中解体呢，这个请飞安会跟民航局啊，要确实去调查相关的事故哈、啊。好，谢谢李坤哲委员。现在休息10分钟，跟各位报告哈、啊，因为方便中南部同仁有时候要回去哈、啊，选民服务，所以那个 NCC 啊的预算等飞安委员会审查完毕以后，我们接续审查，可以吗？可以哈、啊。因为他这很快、欸。飞安委员会只有8000万了，好不好？就接续好不好？那请那个议政员通知本会各委员哈。啊？就是啊？你看委员的意见怎么样？还没问题的，还没问题啊。对，再发一次嘛，再发一次嘛。对，下午本来通知2:30嘛，我们再通知一次好不好？2点，我们再通知一次嘛。现在通知11点，通知12点，好不好？可以啦，都在啊。我们交通委员会没有问题，但是你如果被其他委员会质疑的时候，人家质疑你的时候，你就会。没有，我说叶宜津委员同意啦 ，OK 啦。没有，我这个要记录的，我是觉得你有问题。你通知一下好不好？很快了，就印一下通知到各委各办公室去。阿林要进啦。你要讲话，可不可以？你要讲话。可以啊。可以啊。那个发全发那个全院各委员会怕来。我同意啦，我这样最好。
好了，没问题了。对我来讲，这个是非常好的啊。两点比较好。谁？委员会开例比较不好。两点钟比较好。还是两点？还是维持两点，因为你弄到也是中午以后。这里我评估十二点就结束了。有那么，这十二点应该就结束了。啊？因为我们发全院，主要是发全院委员会发全院的报告。发全，现在大家手上拿到的都是两点了。冠宇呢？冠宇。怎么样？这发到全院去啊？啊，全院，你这样子就跟那个卫环一样，临时在发那个开会通知。卫环也临时发的，也没事啊。对，我们这个是没有。我们也临时发、啊，有什么关系？按照程序走好了。啊？按照就照程序走好了，因为这样委员会可能会比较难做。好吧，好吧，照程序走。好了，我们两点钟再审 NCC， 好不好？两点。好吧，尊重哈，现在休息十分钟哦。现在开始算哈，那已经超过三分钟了。
好，现在请郑天才委员发言。主席，各位委员，有请我们黄主委。好，黄主委。还有林局长。林局长。主委好。我国过去三年呢，都以观察员的身份列席 ICAO 哈。对于我国今年未好没有获得邀请列席 ICAO， 对于国内的非安的提升，以及国际非安标准以及研究的资讯的后期哈，这个主委，你认为有什么影响吗？我认为跟国际接轨方面的资讯方面的交流会有影响，会有影响，有影响。好，那陆委会发言人邱垂正在10月29号公开表示，台湾没有后期 ICAO 第一手国际飞行安全相关的资讯的直接管道，交通部民航局必须加倍努力，才能符合 ICAO 不断释出的国际航空国际航空标准与资讯。局长，这个是不是确实是如此？鲍委员，确实要比较辛苦，因为没有办法在现场听大家的讨论。所以你们怎么因应呢？我们现在就是第一个，当然我们自己跟其他四个周边的飞航情报区有定期的会议。那因为他们的航机也要经过我们再转到别的地域，所以事实上大家会一起注意这个安全事情。那我们是透过每一年跟他们做双边的会谈跟协商，他们会把一些资讯给我们，那有任何变动他们也会随时跟我们来反映，所以是透过这个非正式但是我们私下来处理的。那另外呢，我们在譬如说下个月在杜拜一个飞安年会，那我们也会组团去参加，尽量吸取相关的资料。那各个国家来跟我们接洽的时候，我们会跟他们征询，所以透过各种管道来取得各种资讯。所以今年8月9号在台北举行的这个2016国际安全资讯交流研讨会，也提到透过国内外的经验分享，达到提升整体飞航安全的目的哈。那因此啊，这个针对这个长荣航空坚持不停飞在台风的时候，这个当然这个是跟民航局也有关系，很大的关系了哈。那就这个飞安会来讲，像这样的一个飞安会，你有什么可以除了民航局应该要有所作为，要有所作为之外？飞安会到底应该要怎么样提供相关的资讯，相关的这些给民航局做怎么样的一个建议？对，在台风天里边强柱降迫降，对嘛？这其实跟飞安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们会跟民航局在适当时间新闻给他们，叫他以后要注意这些问题。你们有就做建议了吗？还没有。还没有，为什么？因为他们现在还在民航局在研究，在怎么处罚他们的事情。这还要等吗？不需要吧，应该尽快的。是、因为我们台风常常来啊。是。那一次没记台风之后还有台风啊。对。所以这个部分应该要尽快哈。好。好，这个虽然我们不是 ICAO 的会员，但是我们台湾呢是国际东亚航线的枢纽哈，以2015年进出旅客，高达5800多万人次，153万架次，再根据 ICAO 2016年9月的月报，货运的运输量也排行全球的第九，是这个数字对不对？对，好，所以我们飞安会更要为台湾的国际我们国家的飞航安全研究发展与事故的分析并在我国所管辖的这个台湾台北飞航情报区致力维护飞航的安全要更要尽心尽力要让国际社会
要让这个相关的国际社这个组织认为说没有台湾的一个参与也会受到很影响，但是我们还是非常努力，然后提供各项的一个飞行安全的一些资讯。对，这个你们可以做吗？ICAO 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参加，但是飞安会飞安会的立场是主要跟飞安有关的国际会议，不管是学士的或者是学会举办的，我们都有派人参加。说飞安会本身对飞安的问题是很重视，但 ICAO 的事情飞安会涉及的比较少，民航组织方面运作的比较多。跟委员报告一下。好，飞安会你们有提到在106年要研发低高度危害天气模拟工具，是这个部分呢，这个要完成，或者是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以长龙航空、梅基台风这样的一个不停飞的事件是一个你们要赶快发新闻之外，未来的一个相关的这些一个研究都必须要积极的像这个我们很多委员都提到像中华航空这个机尾着地的事件现在调查情况如何？现在已经所有的资料都收集当中，大概有做开始做分析研判，都有提供给已经出来了吗？调查吧，现在还在调查当中，所以那要积极的是因为这个都是会直接影响到，或者是直接可以做很大很非常重要的一个参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就很多的委员都猜测说是不是因为这个飞行员他是因为飞这个空军的飞机所以最重要的还是以你们的专业，透过你们的专业把相关的这些实际的状况能够让社会大众公布，而且更重要就是要让所有的业者能够，尤其是民航局怎么样去跟相关的航空业者能够有很好的一个处理。那个机长包委飞安会的意见都会传给我们，那我们也充分尊重。那相关的意见，我们跟各个业者事实上都会定期来定。现在也是用现在 IQ 有一个系统正在推，就是要求每个国家都要定自己的 SSP， 就是国家飞行安全计划。那每一个设施的提供者呢，都要自己定安全管理计划。所以这个是用系统性的方式来杜绝可能的飞安危害。谢谢委员。好。那个主委，你们还有多少飞安的事件呢？还在调查中的？还有现在在调，还没完全结案是9件，9件，但是大件的都已经结案了，到今天都结案了。好，这个九件呢，还有也要积极的，是尽速的来完成。对，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郑天才委员，接续请林俊宪委员发言。谢谢主席。本席邀请我们飞安会的黄主委，黄文辉主委。主委是也尊称你校长哈，我也是成大的校友。那校长退休以后，大概就被在前政府时候聘你为飞安会的主委是。我是觉得你当这个位置有一点委屈你了。为什么呢？其实我们的飞安委员基本上是奉献的性质，没有薪水啦，完全就是一种就飞行安全啦，大家就飞就在你的位置上，大概只有开会啦，其他没有固定的薪资。所以是一种等于为国家社会来义务奉献。不过了，我觉得委屈你是因为我们对于飞安委员的期待是什么了？他可以做到哪些事情？因为台湾在最近几年很不幸的都发生了空难事件，
校长是个水利专家，我在上一次啊，第一次在咨询你的时候，询答期间我也跟主委你说，我们台湾的非安委员，他的组成依照他的办法，他虽然还是来自各种不同的专业背景，不过最重要的啊，应该是飞行相关的一些经验，或者他的专业。美国的非安委员啊，是总统提名啊，要国会同意啊，而且任期五年，特别超越了一般首长，尤其总统的任期。我们的非安委员啊，行政院长提名，不必任何人同意啊，而且任期只有三年。但是我们的非安委员啊，七位现任七位嘛，政务主委还有五位委员，我看起来只有一位啊，有飞行的背景，只有一位啊，会开飞机啊。美国的非安会主委啊，他是念法律的，他是个律师，但是他是个飞行员。美国非安会的副主委是位女士，她念公共卫生博士啊，但是啊，她是飞行伤亡鉴定的专家。美国非安委员另外两位委员，他现在缺一个了哈。那另外两位委员都是资深的飞行员。我说，请校长来担任这个非安委员。那么，如果我们的非安委员都不会开飞机，那么相关的鉴定报告啊，你就只能几乎完全依靠这些调查官了。没有汽车驾照的人，不会开汽车的人，他可以去做车祸鉴定委员会的成员吗？所以啊，我们的非安委员会啊，主委水利专家，其他哈、一位学气象，两位学工程，一位学心理，一位学法律，只有一位啊有航空飞行的背景。基本上我们非安委员啊，等于是靠这些调查官在运作了。但是呢，他们的非安调查最后啊，还是要各位委员啊来做确认，来背书啊，也就是你们是最后的一个决定者。那我觉得，校长，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来修改我们的非安委员的组织办法？我觉得应该要修改这个办法。我们的目前办法里面的第四条，它是有写了，本会委员应具有气象管理、法律、心理、航空、交通、工程或其他的飞扬事故调查的背景。我认为啊，各种来自不同专业是可以的，啊，气象、心理、管理、法律啊、航空啊等等，但是一定要有飞行的经验背景嘛，这个最基本的。不会飞飞机，没有飞过飞机，那你怎么会去做飞行安全的鉴定呢？我来修改这个规定好不好？好，校长。对，很好，我完全赞同。你也赞同吗？啊、哦，谢谢你的赞同啦、因为这个位置很重要，不能作为酬庸。我不是说我们的现在的飞安委员你们的专业不够，本业你们的专业是有啊，但是这个飞行安全鉴定啊，没那么简单啊。很多国家是把它提高到位阶，是由总统提名。你像美国，所以我就来改，本席会来提案呐、好，谢谢，再来修改这个组织办法。是，好，谢谢主委你的赞同。是，比如说，像我们的调查报告啊，基本上我认为太过笼统模糊。任何的一个非安调最后调查结果，一定有关键的主因。对。有次因，然后接下来你的建议啊，会有一些改善啊，那优先顺序啊。我举个例子啊，复兴航空啊，在台北的空难，就基隆河那个事件，这个飞安调查报告出来啊，哇，洋洋洒洒297页了，但其中啊，它最关键的事故原因在第三章。他的结论是说什么？他并没有办法明确的指出复兴航空台北空难关键主因是什么。他只说呢，这是空难啊，结论与可能噪音哦，肇事的原因有关之调查发现。
那因为你写的很笼统啊，它里面又分什么发动机部分啊，哦，然后又分一个飞行操作的部分，你的肇事原因没有办法明确的指出关键的主因、次因，所以接下来的第四章，你就没有办法去定出改善的优先顺序了。这个就是一定相对的嘛。就好，再举第二个例子，也是复兴航空马公澎湖空难。它基本上啊，它是没有遵循呐、啊。这个全世界任何国家所共同的规则啊，就是仪器飞行，仪器的飞行规则 IFR， 这世界通用的啦。在你飞精确入场的时候啊，你必须要下降高度嘛。对。马公发生空难啊，其实就是因为他飞行员他没有遵守高度的下降，肇事嘛。对。你应该写得很清楚啊，为什么不敢写呢？有。哦，我就觉得说，你明确应该指出，你只要飞行员遵守这个规范，就不会造成那次的事故了嘛。对。所以我想哦，我们应该要在。提升一点呐、啊，好，再提升我们这些飞行委员的一个位阶高度来，要不然你们等于啊被动的等这些调查官给你们什么样的结论，可能大概你也只能接受了，因为啊各位都没有直接飞行的经验呐、啊，你不会操控飞机，那飞安鉴定呐、啊、绝对隔一层纱了，我刚举的例子最简单的，你不会开汽车。不会开车，你怎么做车祸鉴定呢？我说我在这里跟校长报告，我觉得如果以你的专业啦，在过去政府啊，在你成大校长卸任的时候，应该要摆在校长，你可以发挥你啊专业啊更有力量的一个位置啦。我觉得把你摆到飞安委员会的主委来，委屈你了，没有，也摆错位置了。所以啊、哦，我会在我们委员会啦。来提出我们飞行安全调查委员会的组织法的修正啊，它的第四条，我们同样希望飞行委员能够来自各种不同的专业背景，气象管理、法律、心理、航空、交通、工程，但是呢，最起码的要懂飞行，要知道如何开飞机吧，诸位。对，哦，你赞同啊、哦？我赞同，但是可能会找不到人、哦。好，谢谢诸位哈、哦。好，谢谢。好，有谢谢我们主席。好，谢谢林俊逸委员。继续请叶宜津委员发言。林俊宪嘛，干不掉。林俊宪嘛，对吗？好。有讲错了吗？请。没有哈。主委。好，请诸位。哎，谢谢。另外，诸位校长好。一样哈、哦，请校长用手持麦克风，因为你的声音会很小。我这个 mention 这样，谢谢对，好，这样声音比较大，免得好哈、啊，你的回答人家听不到。好，谢谢。好，不用，还靠近一点的声音会比较大哈。好。首先我还是也先请问校长，你觉得飞安会主委这个位置你可以升任吗？我到目前为止认为我可以升任，也可以很尽责的升任。好，可以尽责的升任，好，很好，因为这个位置很重要，虽然是事后，但是还是很重要啊、哦。刚刚林俊宪委员的说法我完全赞成，但是你最后补那一句才是关键。我们都希望是有飞行经验，又是心理咨商师，或者有飞行的经验，又是懂土木工程，或者有飞行的这个经验是飞行师，同时也是各项的专业，但是这样会非常难找哈。但是我们真的应该要朝这个方向去努力。来，也有委员问到说，我们解读黑盒子的能力是亚洲第一，但是呢，现在我们今天主要是要审预算，
我们的预算呢，又说我们飞行记录器所谓的黑盒子的解读能量是 99.6， 所以我们今年又编了一点预算要来买这个解读的这个设备。我记得在上一次我们104年的时候，你就编列了说要你们编列了762万6000元要购买黑盒子飞行记录器的解读设备，然后你告诉我们说那时候就可以达到100%，但是今年呢，我们又要再买，因为我们又有新的机种哈。上次没有建制的是告诉我们是湾流 G280。这个商务专机，还有空勤总队的黑鹰直升机，所以你们今年预算看起来编了341万，要买黑鹰直升机的解读设备，对不对？对对。那湾流280呢？湾流280因为不涉及到运输哈，公共运输，所以我们如果以经济的考量来讲哈，为了它一架。而且是不是、哦、公共运输的哦？对，这所以为了它一架，而且不是公共运输，所以可以不用买。对，主委是，我今天要来跟你先探讨一下。同样，我们这个资深飞官应该很清楚哈。来，一架黑鹰直升机，我们买人家9亿，九亿哦。嗯，我们买了几架？我们买了15架，15架呢，加起来是135亿。结果我们没有解读黑盒子的这个设备，所以我们还要去买这个设备，要341万。主委，我是要说了哈，行李大家都知道，如果你在买135亿的时候跟他讲，我还要加买一个黑盒子飞行解读器。我看他送你都不为过啊，不是吗？对，哈，135亿送你一个300万的东西，送你都不为过，你还要自己编列预算来买。另外，所谓湾流，它不是公共运输，它是私人商务飞机啦，哈，那一台造价也要6亿了。坦白说，这些红顶商人哈。他在买这个湾流的时候，如果我们以后，我希望我再来要说的，可以要求他们买，顺便也买这个解读的这个设备呢。我相信这些红顶商人一定说好，一定说好。嗯。所以我现在要说的就是说，我希望要落实。其实，在你还没来的时候，104年，我就已经做了一个主题案，要求购买新型飞机的应该要附属一并采购飞行记录器的这个设备、解读设备，但是没有落实，因为我们从预算书看到，你们又要因为新型的飞机又要买解读设备了。你懂我的意思哈，我晓得，晓得。跟委员报告一下，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跟做法。所以，如果去年我接主委的话，我一定照你的办法去做，要一定要求内政部警政署一定要非常好。那资深飞官就是你了，新主委是新来的哈。他说，如果是他就这样做，那我都做了决议了，你们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啊？委员就。公务航空器这一块，是旧的主委不肯啊，哈，来，是就是，如果对民用航空器航空公司来讲，现在第一个说我们没有办法依法要他添购装备，再来就跟委员报告，事实上航空公司它本身都有类似的能量，他们是可以下载，可是对于事故调查单位来讲，我们除了下载之外，他们下载 QAR， 我们下载 FDR， 完全不一样的设备。另外就是我们对于损害式的黑盒子，我们也要具备一些解读能量，它的排线、它的设备，事实上是有一些装备上的不一样，所以我们也不太能完全仰赖
航空公司，所以调查单位还是应该有自己的一个相关能量。我同意接受你的说法，但是呢，我认为这个部分你在另外采购都可以，但是绝大部分像我刚刚讲的黑鹰，你都买了135亿的，这个是需要的，这个也是公部门买的。那我们立法院都已经做成主决议了，这个主决议在104年的时候你们也同意的，是不是？局长，你是不是也应该要讲这个公部门？你应该要去负责协商，就说立法院交通委员会要求的，我认为一点都不为过。我们要需要再做一次主决议吗？还是你们要落实？或者你们认为哪里要修法，我们都愿意来配合，好不好？不要这个不要等你进来了以后，你还要再去买，这中间还有一个时差，不是吗？对了，我再一次的要求，公部门可以要这样去做，好不好？好。需要再做一次主决议吗？不用哈。我是不用。局长说不用哈，好，赶快去做。来，再来哈。说实在的了哈，其实飞安委员会到现在已经有相当的公信力了，我们都知道哈，他在亚洲也好，在整个台湾也好，大家对你们的调查呢，其实有一定的，我知道你们都有一定的 SOP 啦，哈，无论是改善的建议，还是调查的技术研究、资料的收集、保管的更新等等，你们有相当的公信力，也有一套 SOP。所以现在呢，我们大家开始，特别是交通委员开始呢，考虑我们海事或者轨道的事故调查呢，现在还是航港局、高铁局在做。这跟当初我们觉得这个民航局在做这件事一样，有一点球员兼裁判。所以呢，希望能够有独立调查的机关。飞安委员会哈，是被我们赋予相当高的期待的一个机关。诸位，你有这个信心，你们有这个能力吗？是，跟委员报告一下，可以扩大到这个海事跟轨道吗？上次委员有积极鼓励我们要往这个方向走，是，我也向行政院表达，那政委吴正中他也认为，这个观念是对的，所以就叫会员会去做一个规划。规划的怎么样呢？规划现在已经有雏形出来了。好，所以会到时候会送到交通委员会来，跟送到行政院去。好，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哈。好，谢谢你。好，谢谢。好，谢谢叶怡君委员发言。接着请陈素月委员发言。谢谢主席，那请主席邀请黄主委。好，请黄主委。是不是？主委你好哈。你好。我们飞安会哈，当年就是说，为了就是避免这个政府球员兼裁判的这个问题哈，然后所以成立了这个飞安会嘛哈，所以我们这个飞安会是一个独立的一个机关，是，业务不受这个民航局的一个监督哈。不过这样子也有一个问题啊哈，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员工离职后也不受到这个国家的一个约束，造成很多的这个我们飞安会的调查官或者是主委离职后会到这个各的航空公司去担任重要的一个职务，那变成了让这个飞安会好像是变成前进这个航空业最好的一个跳板，这样子影响到我们的飞安会的一个独立性了。那我们知道说这个公务人员有旋转门的条款嘛，就是所谓的这个利益回避的这个条款，这个目的就是说我们要避免公务人员因为在他所任职原公务机关因为他熟悉这个业务，然后离职之后到相关跟他业务相关的一个单位去的时候利用他原来这个任职公职的时候的一个资源或者是管道，然后取得跟其他竞争者没有办法享有的一个便利嘛，所以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旋转门条款，可是我们飞安会没有。那我们也看到
本席也曾经看到我们飞安会有这个有位副资深的这个飞安调查官，他曾经在网络上有发表过这个飞航事故调查员的甘苦谈，我不晓得诸位有没有看到哈。当然这一篇我想应该写得很真实了哈，就是也应该是你们调查官的实际的一个心声了哈，就是说这个航空公司不喜欢接受调查，因为飞安会的调查会从有关的人、操作、训练、考核、文件程序和飞机的维修、工单、记录管理等等逐一的来检查哈，抽丝剥茧，好，然后收集资料加以分析，希望能够找到这个事故的一个发生的原因嘛哈。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除了说去发掘这个事故的噪音之外哈，当然也会因为这个过程去了解到整个航空公司其他部分的一个缺点嘛，可能包括人的部分，或者是制度的管理的部分，或者是机械的一个部分哦。所以往往也会暴露他们自己公司的一个缺点嘛哈。所以我想因为可能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关系，也会造成我们飞安会跟航空业者的这个关系哈剑拔弩张嘛哈。可是我们也看到说，我相信这个航空公司他为了要因应这样子的一个，就是我们飞安会哈这样子的一个调查哈，我们也看到后来我们有这个飞安会的就是离职的人员哈，比如说这个复兴航空董事长的特助哈，也是我们来自我们这个飞安会的离职人员嘛哈，然后甚至我们的前主委哈，后来也转任中华航空公司的一个总经理嘛哈。所以刚刚我提到这个复兴航空的这个董事长的特助，他是我们飞安会应该是担任我们最近这一两年的这个澎湖跟南港空难的调查官嘛哈。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调查的一个身份，就是说他担任这样一个调查官的一个身份，后来又到被调查的这个公司去，我觉得这样子就有很明显的哈，就是这种关系真的就非常的不恰当哈。因为我们后来看到媒体有引述这个士林地检署的一个新闻稿，就是有透露说有引导这复兴航空规避法律责任的这样子的一个争议嘛哈。所以对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哈，我想请问一下主委哈，对这种状况你有没有去思考过哈，未来要怎样去避免？好，谢谢委员提出哈，我完全赞同你的讲法。赞同啊，要怎么做？你有没有想法？像有一位主委以后到华航去，事实上那是不适当的，会被人诟病。那资深调查官这些人，大部分都是专家业评估。我个人认为哈，专家用业评估也好，如果在法律许可范围内，应该在业评估里边的条文把它规范，是对吧？你当调查官当了几年以后，你退休在几年内不可以到什么样的公司去？要不然你要负什么责任？我会 回去，我会去检讨。这应该是我们内部 的组织的章程就可以去修改的部分嘛。所以如果在我任内我能够改修改的地方，我一定把它弄得更严谨一点，以后让它走上轨道。对，因为我们就是说希望我们飞安会既然是一个独立的机关，我们也希望就是说我们确实要坚守这样子的一个立场，好，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就是说我们的独立性这个公立还有公信力才会被信服嘛，是。然后那再来就是我请教一下主委，就是说我们飞安会在106年度编列这个飞航安全业务的经费是4,593,000元嘛，那我们有预期成果，就是说包括借飞航事故调查提出这个改善的建议哈，改善飞航的安全。可是本席看了你们的这个网站哈，我们飞航安全调查委员会的这个网站，从民国100年之后就没有再更新的一个改善建议啊。好，那这部分哈，显然好像我们有代乎职守之嫌呢。是，喂，这个是不是收音机啊？主任官收音机啊。报告委员，
您说我们提出来的改善建议在网站上面都没有更新？对啊，没有更新啊。事实上，我们应该是我们只要结案之后，我们的改善建议直接上网，现在应该是928项，应该是都是更新到最新结案的案子。有更新到最新的案子吗？对，这个我们资料可以提供给委员。好，那再麻烦你提供了哈。是，就是说，因为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借由你们提出来的这些改善的一个建议哈，然后确实让我们的这个飞行的安全哈，能够真的是能够落实啦。是。好，因为其实昨天在委员会我有提到哈，这个飞行安全真的是非常的要紧了哈。那因为每个乘客上了飞机之后，几乎生命安全都是掌握在别人的手里了。好，所以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哈，整个 SOP 的过程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哈。那另外就是说昨天有委员关心到，像长荣航空公司，他在台风天应飞的这个状况哈，那我们局长有回复说是会处分的，处罚款嘛哈。那我想再请教一下，那去年在苏迪勒台风来的时候，他们应呼叫这个 Mayday 这个状况，我们后来是怎么处理？我不晓得有没有列入我们飞安这个改善的建议事项。有要求他改善，有要求他改善，因为他不能随便呼叫 Mayday。但是如果他呼叫 Mayday， 我们一定要让他下来。下来以后再去查他那个状态是不是真的是危险紧急的状态。要求他改善，那这个有达到处分的一个？没有，没有达到处分，他是真的油量不够。确实油量不够了哈。当然就是说，在紧急状况之下，这个机师他可以去判断那个状况了。可是我们也不希望就是说，有些机师是利用这样子好来好先叫先赢哈。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说，针对每一个环节哈，那不管是我们的飞安会或者是我们的民航局，都确实要去落实哈。谢谢。啊，确保我们的这个飞航安全真的能够达到零事故了哈。好，谢谢。谢谢陈淑仪委员。好，我们下面请刘兆豪委员发言。他刚刚叫我待三分钟，四十分钟后才回来。好，谢谢主席。主席，我们可以请黄主委，谢谢。请主委。好，六位。哎，主委好，主委，我们飞安会是负责事后的调查嘛？是。好，当然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个事后的调查对，整体飞行的安全是有所提升的哈。不过当这里面提到，刚刚，有提到有一些可能目前是因为法律的不足，也没有办法让你们做那么多的工作了哈。我们现在飞安调查都是调查，有人开的飞机嘛？对。没有人开的飞机嘞？没人开的飞机。就不算你们的范围。对对对对，没人开飞机清查的话，应该是民航局。那现在因为我们有很多，而且比如说那种无人的飞行器啊，啊，它现在报纸上有的灯啊，都掉下来，敢砸到人啊，或者是，而且现在它那个飞行器也越做越大，不是小型的，有大型的了。飞行器的飞安还是属于飞安的。它的飞行器就是说无人飞机啦啊，我相信有种飞行器，如果在比如拍摄照片啊等等那些，如果发生危险，那这部分是要谁？如果了，这部分的调查是要谁？如果涉及还是这个不用调查，就当着一般的意外。如果涉及事故的话，还是应该是属于飞安，涉及有事故了 是没有错吗？没有错吗？你要确定一下，我讲的是飞，你那个调查官，你要先说明一下。是跟委员报告，依照国际民航公约第12附约，他把无人航空器定义成飞航事故是要调查的事项。那我们现在那个在那个要怎么讲？就对一般玩家或者是航对对，就是，那个算吗？那个算那个算你我们在定义里面的这个无人的飞行器嘛？但是会动用到政府资源来调查的，目前国际上面有定说150公斤以上才会开始调查。那我们台湾要定，台湾目前民航局现在正在研拟这个修法，就是我们要把无人航空器怎么样来做一个管制。那事实上国际上面有些是定15公斤，有定25公斤。这个就是无人航空器啊，就是我当然现在不是讲那个无人飞大型的遥控飞机，我现在讲一般我们玩家在玩的那种，比如拍摄影片啊、照片啊。通常这一种玩家的要看看法律怎么定，像美国 FAA 的话，是他只要注册
但是事实上他不受到其他的相关的法律。对对，我就过犹不及啦，因为人民有这样的兴趣啊等等的，法律也不需要定得太严格哈啊，但是也不能完全没有规范了，万一发生危险了等等，而且现在是科技日新月异嘛，现在我看有些Google 啊 ，Amazon 啊，他们在研发这种无人的飞行器，然后送货嘛。好，这个送货，这个在台湾虽然还没有开始，但是美国有这，我想未雨绸缪哈，跟民航局跟飞安会这部分也应该要有一个因应的准备了。好，如何在事前的管理？好，当然我是比较不倾向说。比如说叫他们来考执照啊，或每个都去管啊，等等，这个台湾很困难，国家要做到这样很困难，而且大家也变得很忙了 民众一点小兴趣，你变成把它弄得很复杂，但是也不能完全没有管理，因为万一发生事故哈、哦，这总是要有一个追的方向，有人要来负责哈、哦，比如说要登记制啊什么等等，没有登记，应该要负怎么样的行政的行政上的责任哦，这个大家一起来未雨绸缪了哈、哦，我看这个。也许是将来的一个趋势啊，哈，这是第一个哈。啊，第二个，啊，本席再来请这个，请教主委哈。我们在涡轮螺旋桨飞机的事故率，1993年到102年，我们是保持非常好的一个记录嘛，哈。那非常遗憾，在103年、104年发生了。两个重大事故，这个是不是那个复兴航空的嘛？两起都是吗？对，好，两起都是。那你们调查，你们认为这个最主要发生的原因哈，除了人为的因素之外，那如何再透过在你们调查之后去要求其他的航空公司或在类似在以后的飞行里面，对这个安全里面有一些提升，有这样想法吗？我们在所有的调查报告的建议事项里边呢、啊，都在网站里边有正式公布。哦、所以虽然对当事者对嘛，直接跟他建议之外，我们也提供出来，让全部所有航空公司的人，好、哦、的相关的业务的人啊、哦，都要了解怎么样去改善。这一点，我再请教局长哈、哦，就是说。局长，我要请教，就飞安会当然是一个非常高度专业的一个机构了，它是负责事后的调查，但是我们事后调查当然是要调查出它责任的归属，但是我们总最希望的就是透过这样的，我们最希望是飞安会都没有工作了，从源头避免，你们都有机关存在，但完全没有工作，这个是100%的理想，这是我们最希望期待的，但是如果说迫不得已，飞安会动用的他调查，那我们也期待说，民航局啊，你如何把这样的调查化为转化成说一种要求，当然，或者是一种命令，是好、哦、啊。但这个要求跟命令就当然要处罚的规则了啊，不然命令道德劝说是比较没有用的嘛。是是哦、没有错，委员确实是这样。那局长这部分，任何飞安会所提出来，譬如说上次澎湖的G222，或是我们南港的，每一个要求我们都会落实在行政规章上面啊。譬如说那个澎湖的那个，他是提到说我们跟军方管制塔台的协调不够好，那事后我们在104年1月1号就改了，跟军方协调出一个方式，也就是说天基部队不进场的时候，完全由民航主管单位来负责。那第二个，他是提到我们的这个资讯，天气的资讯没有给得很好，所以我们在104年7月1号也更正了啊，所以这一次这一类涉及到我们自己的，我们会调整。那第二个呢，涉及到航空公司的，譬如说南港的这个跟复兴航空的驾驶给证有关，跟他考试有关，那这个我们都会督促复兴航空做特训，那也要求所有的航空公司要参考，然后来去做改善的措施，所以一定都会每一条都会纳到我们的行政管理措施来处理。我们也期待我们飞安会跟民航局在事前跟事后的，大家事后的希望都永远不要动用到了，就至少我们当然也期待，就如果透过大家的这样的努力，可以让飞安能够提高了啊。最后局长和林局长，就是因为我们昨天谈到一半，是本席还是在再三的要求跟建议，我们现在台东的航空站那个位置啊，整个分也很是做的有一定的基础、okay. 我们是不是能够朝向跟台东县政府或观光局大家一起来合作，它不只是一个排椅子让大家
在让大家这边等坐着等待飞机的地方而已。是，哦，他能够配合地方的特，不用，我认为是不用花很多钱，了解，哦，不要花很多钱。我们重新思考它，对对，思考它的，不要，因为你去过嘛，哦，不要大家排排坐，然后都往前看这样而已嘛，哦，那个。很非常的自私啦，我们希望台东它营造出让人家在这里是一个可以比较悠闲的，好，来等待飞机起降的一个空间。谢谢委员，谢谢，好，我们会再往这边来。好，谢谢。好，谢谢刘兆豪委员。接下来李鸿钧委员，恭请李鸿钧委员发言。就不要打位了，很有礼貌，谢谢。阿拉多，你不能。谢谢我们主席，主席有请主委。好，请主委，谢谢。主委好啊，你好，辛苦啊。那个前面有委员提到啊，这个其实我们飞安会是属于公务人员，没错吧？那公务人员就必须要符合公务人员的服务法第十四条之一，就是我们一般所谓的宣转门条款。那宣转门条款简单来讲，就是应该是三年内吧。好，三年内不能就是到所谓的相关的这些民间的任何相关利益的这些企业去做任何的董事或相关的职务。嗯，那其实今天我们看到的就是说，飞安会的人去做了华航的董事长也好，复兴航空的特助也好，其实这个都违背了公务人员服务法。我们本身法条就已经有了。哦，所以这个为什么？在现在已经这么久的时间都没有去就责，我觉得这个才是问题嘛。啊，诸位你怎么看？这我同意，委员的看法。所以我这一次回去哈，我会去认真检讨。这不是认真检讨单一的问题哦，这个当然也不是你主委个人的一个问题哦，应该是这个都没有任何人去做所谓的惩处的问题哦。这个我是觉得应该是说你飞安会的人去接了华航，虽然可是他现在再怎么样也是一个民间企业，虽然是政府在管，那你去接了他的总经理的话，那球员兼裁判这违反公务人员服务法第十四条之一，这非常明定明显嘛，对不对？好，哦，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就是很多一些突兀的地方嘛。好，哦，所以您刚刚有委员在提，那你说你要回去检讨，法院我们本来就有了嘛，对不对？就依法办理嘛，好吧？好，那另外一个，我们看到这个，其实昨天我也问了交通部长，也问了民航局局长。我们现在飞安会里面哦，其实我们看到的就是说，我们那个塔台那个叫什么导航员是吧？管制员，我们现在严重的缺额。那，啊，我们飞安会有没有去介入？你知道我们现在严重的缺额知不知道？啊，这个牵涉的也是飞安的问题啊。你来好了啦，我看主委。是我昨天有了解说委员有质询到，那具体是说他们到106年会把它补足。他106年会去补足，可是到现在我们是严重的缺额，现在缺了69个嘛。那等于到106年这一段时间，我们是属于不稳定的状态嘛？哦，所以这个问题，其实在飞安会里面，其实就应该要提出该有的纠正的一个方向。哦，这个已经是常年累积的问题嘛，而且他也不一定会募得到。然后另外一个方向，他任何的这一个在这边打塔台工作的，你知道他们的工时多长？10小时、11个小时。那10小时是正常的吗？依照飞安会的一个角度来看，这是属于正常吗？当然不正常嘛。因为你在塔台的工作，特别是你在领航，我们一天在飞机上盘旋的，在我们的机场上面盘旋的有多少飞机？特别是
特别是在桃园机场，当你在跑道维修的时候，我们是重叠式的飞机上的盘旋，那领航员多重要，导航员多重要，那他的精神状态更重要嘛？可是当你在工时上超过十个小时，超过十一个小时，这完全是不对的嘛？那可是我们飞安会针对这个方向这个问题，也没有提出任何的一个看法出来，对不对？是，目前没有，没有嘛？所以这个就是说，应该是飞安会的功能，在这个时候也要发挥它的功能出来嘛。也应该要针对这个部分提出你们的一个看法，而不是等到了事故发生了以后，我们再来检讨，然后飞安会再去调查，然后调查出来的原因结果是因为这个塔台管理导航员这边他的疲劳而误导，那已经是为时已晚了嘛，是不是这样？今天我们看到华航工会走上街头。他们诉求的是他们的其中的一个，就是他们的一个长期的工时的问题。可是这一些真正重点式的这一些在塔台工作的人员，那他们的重要性也不输给任何一个空服员啊，比他们甚至于比他们还更重要，因为他们掌握所有的飞机的调控，是不是这样？虽然这不是我的专业，可是用常理判断也可以了解嘛，是不是？好，所以这一点飞安会应该要更积极的来处理这个问题嘛。然后我看我们从我们的飞安会一共提出了一些的飞安建议的改善，大概是797件，可是里面我看到了几乎都是驾驶，对不对？差不多50%左右都是飞行员他所造成的原因。那这个就很让我很纳闷的，就是说我们的飞行员、我们的正驾驶、副驾驶，其实他们的累计的飞行时数都是好几上千小时以上的，都有一定的累积的经验。那为什么我们在事故的调查、事件的调查、飞安的调查里面，几乎都是人为因素为大多数？那这个我们就必须要去看到了，为什么会这个样子？所以这个就是变成我们很多的潜在危机在嘛。哦，那就像这一次的长龙航空，我们现在看到结果，它的真正的看到它的内容的原因是，你的驾驶 pilot 决定你的要不要降落还是不降落，取决权在于你的驾驶。可是当天全部在天空飞的全部同一家公司，哪那么巧？所有的驾驶恰好同一家公司全部同时判断可以降落，结果那天 go around 的飞机有多少台？我的几个朋友坐在飞机上真的吓出一身冷汗，那真的是好像重生一样。那这个问题不是单纯一个罚金就可以了事的问题，那我们飞安会针对这个部分也要提出非常严正的纠正才对，而不是单纯的只是单一的一个罚金了事，对不对？现在我们定的降落的一个规则是怎么样？主委你知道吗？对，以台风的强度来规划。怎么定？侧风要多少？逆风要多少？你大概也不清楚嘛。哦，这也当然也不是你的专业嘛。那你就应该要知道了吧？主要是跟着各机型跟跑道的状况。嗯，那尾风大概每个机场会有设定，大部分都是尾风是十海里，十海里。它有一个按照不同的机型，侧风大概30海里，大概25到30，对不对？看不一样机型。那这个可是就你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point 呢，就是说你要看你的机型嘛。哦，那所以这个就是不是航空公司来主导你的 pilot 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非常严格的一个，而且很严肃的一个问题嘛。你驾驶飞机的驾驶，你还是受到公司的指挥嘛？那这个就是我们现在飞安会要去从这个核心的问题去找出我们如何来做纠正的问题嘛。你现在只是处分驾驶，还是处跟航空公司罚金而已？这未来这甚至于这种严重的事故的话，未来对于航权的谈判，我们甚至于都可以拿出来做那个，是不是这样？这样子他们才会更加的严守嘛。那另外一个也是啊，我们现在的轻航机
当初要开放轻航机，我就在这边一直在呼吁。那现在的轻航机的事故不断，我们现在轻航机死了多，已经事故死了多少人了？这2006年到2015年，轻航机已经死了7个人了，这还算是7个人呢。那他这个轻航机的管理，究竟要怎么样的去管，怎么样的去落实，无从管理啊！啊，诸位，你轻航机你现在随便飞啊？轻航机，我弄一个协会，我就可以飞了。对对对对，这就是最难的地方。那就对了，我只要弄一个协会，我就可以飞了。当初我就坚持在反对这个，就是在这里嘛。那你轻航机虽然只有这一个人、两个人在做，他要是掉下来是自己死也就算了，要去砸到民房，去压到谁，这就是公安嘛，是不是这样？所以我是觉得我们飞安会针对轻航机的管理办法，我觉得应该还要重新的再去检核一次，趁现在是还没有重大事故发生的时候，赶快再针对轻航机的飞安安全重新再去检核一次，好不好？啊，这个会跟民航局再好，这个都是牵涉飞安的问题嘛，好不好？好，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林宏军委员。好，接着请黄伟哲委员。黄伟哲不在，江启臣委员发言。江启臣不在。陈义杰委员发言。陈义杰不在。请邱志伟委员发言。好，谢谢主席。主席有没有请啊黄主委？好，请黄主委。主委你好。主委早。主委，我没有办法参与 ICAO 哈，那当然非常遗憾。那如果在没有办法参与 ICAO 的情况之下，对我们的飞安调查会有哪些负面的影响？很多人家有的资讯，我们就获得比较慢。所以这个在国际交流上哈，还有技术的提升是有影响。假设有一种状况，我们这个不管是他国籍的航空器，在我国的空域或者领空发生事故，假设哈，或者我国籍的航空器在他国的领空或者领土发生这个事故，那这个调查会不会引起很大的困难？会有 gap。会有差距，怎么样的困难你们是不是要去研究一下？就是说这些困难是不是可以克服了，还是不能克服的，还是可以透过双边去处理的？好，就是说你虽然不能参加 ICAO， 但是你要有负案。好，万一你要启动所谓飞航安全调查的时候，万一在没有 ICAO 参与的情况之下，你有哪些变通的权宜之计？你有哪些的做法可以让你们飞航安全调查能够更顺遂？是，那个民航局有跟我们周边四个国家哈的相关的民航组织啊，去获得这些资讯。那飞安会啊，是参加 IQ 之外所有飞安的会议，我们都有参加。你知道这个有个软体的 APP 啊？哈，是。那所有的在全球各地，它的飞航器的动态。包括它的机型、航空器的公司，不，航空器的公司、国籍、路线一清二楚，起飞时间、抵达时间，你知道有这个 APP 吗？对，这个 APP 对飞航安全会不会造成影响？当然会有影响。那现在很流行啊，这个很多版本哦，很多版本哦，还有很多人都下载哦，而且这个有大部分是免费的哦。嗯嗯。那为什么会造成飞安的影响？你们说明一下。因为有的技术在提升啊，我们没有办法好及时获得，对吗？所以外面 APP 他们下载，如果是他们速度很快的话，我们在广。我的意思说，像手机很多人都有，对，一点进去，所有飞机的动态从哪里飞哪里，全球你只要点到那边都看到一览无遗，哈。那你说这个对飞安安全会造成影响，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对整个空域的空域哈的调度可能没有办法完全。这个有没有更专业的同仁能够更回来回答这个问题？民航局吧，啊，民航局这边好，请民航局代表。真的连空军一号都知道，空军一号从哪边起飞，它要降哪里，这个航线都一清二楚哎。这部分怎么样来避免这个 APP 软体的应用造成非常安全？这属于你们的啊，这属于你们的。来，报完我请大人赶快，好不好？好，那报告委员哈，那个就是所谓那个 FlyRadar 24哈，那是提供商业性的一些服务，让所有的就是要接机乘客啊，可以了解到他所搭的飞机的一个动态。那这个 FlyRadar 24如果是属于私人或是保就是国安或是保安的议题，你可以申请它把它隔绝，不会出现在这些。这个 APP 相当普遍，而不是说你只有你刚刚说的那个什么只有那个 APP， 它有它的样态，我觉得好像有十几种，我去调查过，都是类似，都可以知道所有航空器的动态。对，那这个应用也非常普遍啊。那你如果比方说这个恐怖分子或者有心人士，他为了影响这个社会恐慌或者国家安全，会不会利用这个APP 软体去做这个影响非常安全的事情？对，所以包括我们第一个啊，就是他的经他基本上是有时间差，他有 lag 啊。第一个时间差多少？不一定，所以但是一定有时间差，因为他是透过我们专业，那应该了解时间差不能差两个小时吧？那差两个小时，他怎么去接机？一定是差几分钟以内嘛？对，就是有几分或是几秒钟的时间差。对，几秒钟、几分钟时间差，对有心犯罪人是不会形成太大的影响。好、哦，那原先开发这个软体，那当然是商业使用嘛。那商业使用，你不能确定它只能做商业使用，它还要做其他的用途啊。那你要，你主管机关要针对这个 APP 软体的应用去想一个办法，如何来避免这种软体的应用来影响非常安全呢？好，是。另外，这个强降，就是说航空公司在遇到天候不佳的情况之下，你要强降。比方说上次台风来，有长龙航空强降，那其实所有的其他的航空公司都没有进场。那为什么那时候不关场呢？这为什么要把这决定权交给这个航空公司自行去判断呢？很多国家他一关场，所有航空公司都不能飞啊。那为什么那时候没有执行关场呢？包委员，一般我们除非有重大事故，譬如说跑道上有异物，或者是下雪非常严重，飞机无法下来才会关场。台风，强烈台风，那个是非常严重的状况。那你还把这个交给航空公司自行判断？您当的时候就是那个赤道角机长，香港赤道角机长是不是他常常会观场？只要台风来他就观场，没有，他也没观场吗？一般国际机场很少观场，观场就是说那一段时间，他只会、风雨最猛烈的时候，短暂的时间，对，他就禁止你起降。哎，报员，一般你那一段时间，就说台风来那一段时间里面，你们有没有做任何措施，在某个时段禁止任何这个航空器的起降？我跟委员报告啊，那天早上我们就已经请这几家国际航空公司尽量保守的签派，尽量不要。你还是把这个还是可以降嘛？哈，你说尽量保守，你只是道德劝说嘛？是。那最后专业判断还是你自己要负责哦。你降了，我让你降，但是你责任自负哦。意思是这样子嘛？对，但是那我觉得应该料敌从宽嘛，好、遇敌从严嘛。你宁愿说让他能够 delay 一下，但是你确保他的飞行是绝对安全嘛？是，你不能跟天后去对抗啊。委员，我们在三个月内会再检讨这个规定了啊。不过基本上我跟您报告，因为桃园机场一天大概有十几万人呐、所以平均来讲，如果观察他的流量没有比赤道角机场高了。赤道角机场我曾经碰过，这个停留大概八个小时，全部都禁止这个起降的，应该是它有雷雨或是有特殊状况才会。对呀、啊，你那个台风也相当于是雷雨的层级啦。我们风够大就会停。对嘛？所以我们自己不是说发生什么跑道有异物啦，或者积雪，我们不可能有积雪嘛？怎么会有积雪呢？我只是举例啦，万一有 FOD 异物的话，哎，异常。我觉得料敌从宽，遇敌从严，你们太宽松，把责任交给航空公司自行去判断。好、谢谢。这样是不负责任的。我来检讨啊、好，谢谢邱主任。接续请蒋乃馨委员发言。蒋乃馨不在。徐正伟委员发言。徐正伟不在。蔡逸瑜委员发言。蔡逸瑜不在。杨正武委员发言。杨正武不在。王惠美委员发言。王惠美不在。赖瑞荣委员发言。赖瑞荣不在。孔文吉委员发言。孔文吉不在。罗明才不在。何庆正委员发言。何庆正不在。黄昭顺委员发言。黄昭顺不在。
郑运鹏委员发言。哎，主席、各位所长、各位同仁，大家好。那是不是可以麻烦我们的黄主委？好，请黄主委。郑委你好。哎，主委好，辛苦了、哦。那简单几个事情跟你请教一下哦。那如果有需要说我们其他的主管的时候，您就随时没有关系哦。好，那跟主委请教、哦，今天审预算，那主委晓不晓得说，在整个行政院所属里面哦，我们非安会预算排第几？哎，最后一名。最后一名吗？对，应该是最后嘛。而且你不会记得更加重要的党产委员会哦。你们排倒数第二啦。第一个最少的、哦、是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现在虽然钱少但是热门了、哦、那第二个才是我们非安会、哦、那希望用不到你们，希望说哎预算给你执行，但是希望都卖非安会代级雄厚了哈。再来是省咨议会、啊、那党产委员会他因为他有政治任务、哦、那所以他刚成立预算少，但是我们会希望保护到、哦、是。那非安调查委员会哦，我看只有6000多万，这么真的不多了哈。各改领台跟他开不灵行啊。然后我不是讲其他委员没有那个哦，但是我们希望说，既然是非必要不用，那我们也希望说我们的预算是好好执行哈。是。那所以跟您请教一下，是我们看了一下今年的预算成长比例哦，那高达13.4%，这个主委您知道吗？哦，这个是因为原来没有科发基金。没有研究的计划，对、哦、因为争取了行政院争取说会员会也应该有研究，对，要不然不会没有办法提升，所以被掐狼嘛哈、哦，不是计划执行提升研究的水准，所以这个增加的816万5000元主要是做精进非安跟这边的业务，对对，所以增加大概这些，然后大概是这样了哈、哦，正常预算是减少100多万，嘿，啊为什么减少？因为委员有台湾加安转了呢，哎不。有真的有些业务了哈，可以酌减，所以我们自己自己调整是可以的哈，是不会影响到非常安全，不会。好，那刚才主委你说没有增加人员哈，可是看起来好像你们预算的说明里面哈，跟您报告一下，那个下一张哈，就是说他你这800多万里面你们要禁用三位考试及格的，员额里面，对，员额里面了哈。那但是你们没有要用公务员，那都用约聘人员，这是为什么？因为还是你们没有要禁用的计划。约聘人员的效率会比较高。第二个，现在的公务人员哈、哦，占的缺的配哈、哦，在非安会算低的，所以我们打算约雇人员如果退了，我们就按照规矩来，是这三位我们会禁用。就是说，如果你用约聘的，他如果专业的话，也弹性，对，薪资也高一点，稍微高一点。那就是哪三个你知道吗？对，哎，阿伯阿杰哈。那个人事就是秘书、专员跟科员嘛，未来这三位，说明一下。哎，那个请说明，请说明没有关系。报委员，这三位目前就是当初在我们组织法设立之前，他就是我们同仁。那组织法设立之后，那这三位同仁，我们等到他主动离职之后，我们就会按照我们组织法用正式公务人员任用。OK， 好，只是我们现在希望能够请到对的人用在刀口上就好了。是，好，就这样。好，谢谢。那就希望说我们。不会动用到非安调查委员会是比较好了。是，但是刚刚有些委员在质询，就是说那个无人飞行器的事情，那倒是要麻烦你们研究一下。是，所以这个在桃园这边哈，因为国际航空的问题，我相信那国际旅客也会注意台湾的相关法规，会不会让他们放心了、啊？是，好吧，先麻烦您。好的，好的，谢谢。好，那请休息。那再来是林局长，麻烦您一下。好，林局长。哎、欸，郑委员长，哎、欸，局长，昨天有质询的时候，有跟您请教到说，备降机场的这些问题是。那我们有一个提案，那后来局长您的对这个提案的看法如何？就让他们方便，如果是在备降机场的时候，让他们方便可出境，这个有没有什么执行上的困难？如果他备降机场是有 CIQS 的，那当然，如果是特殊状况了一定要处理基于人道的状况。但是如果他不是，而且马上他原来的机场就能开放恢复的话，那似乎还是应该回原机场，因为他还是有后续航班调派跟旅客接机的问题。嗯，因为你们现在在安排备降机场的时候，是那对尤其对于国际航线了你们有没有去分类？譬如说，他的备降机场是先以。譬如说可出关，因为你也不知道，你是说临时状况，你也不知道上面会不会有临时状况嘛？所以到备降机场其实是
会那个状况对旅客来说，对，跟机长的那个放心度其实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是不一样。你们通常他的飞行计划里面就会有，那譬如说桃园，他的第一个备降机场应该会是松山。松山，嗯，那但是他在台风的时候，通常来说就不一定。桃园跟松山会同时关闭嘛？对，所以像台风天，我们就要求他在要有两个备用机场、嗯。那譬如说他松山也在同一个台风范围内，那他这一次像很多就飞台中或者是降到。那如果这些降他到备降机场之后，那这些旅客。你们如何判断他愿不愿意有没有意愿出境？还是一般来说，除非特殊状况，你们不会让他出境？嗯，航空公司会征询啊。一般来讲，做民调还是说哎、想出境的举手？一般来讲会希望回原来的原来的机场。你怎么知道一般是这样？要我是遇到台风状况或桃园那个复兴航空那个事件。然后两次因为侧风两次下不去，我会希望赶快出来啊，因为台湾也有高铁台铁可以坐。因为像台北是因为刚好连外交通也很方便、啊、嗯，那像上次降到台中就非常辛苦，因为台中的话一架飞机下去，他如果要出境，我们可能要好几辆游览车才载得出、嗯、又怎么样？当然如果是特殊状况，原来要走的机场没有办法开放的话，我们还是机长，我跟您。报告几个我认为的考量了、啊。那我觉得在这种飞行的状况之下，不要去考虑这个了、啊、第一个就是说，你要安排海关很麻烦。好，我们都讲说，在乘客有意愿的状况下，你没有意愿，你们才动到航警局协调，或你们去协调嘛。哈，他如果愿意出境，第一个就海关在安排很麻烦，我认为这不是理由了、啊、第二个是航空公司，他照着他的机票的合约，他要把它运送到他的目的地嘛。那个是造成他们的负担跟困扰，这边也没有错。对，但如果在那边过夜也不会比较好了，所以我们才会希望说，你们在订定这种备降机场跟他后面的处理的时候，有个原则出来了，不要因为你们嫌麻烦，你知道吗？不会造成旅客的不方便，是对不对？那你如果降到外岛，当然他也如果是台湾，应该在台湾的本岛的机场，对，然后因为备降的关系到金门或马祖去降，那个他也不一定会想要。出关了是，但是如果是这种状况，我觉得对于机场、对于航空公司来说，是他的有没有保险的问题嘛，或他有没有放在他有没有放在成本考量的问题啊？是，不应该是麻烦的问题了。在早期是还牵涉到入关、嗯、啊，假设是国际线，那现在因为都有连线了，所以相对单纯、啊、嗯，所以如果说真的有特殊状况，像这次的情况就是协调我们找航警局进去沟通，嗯，那沟通完也让他们进来。所以第一个当然是考虑飞行安全，第二个旅客权益的保障。如果飞行安全的话，会到备降机场，我几乎不认为他这需要在那边等到原来的机场可以降落再去下降、嗯、因为你认为安全，说不定乘客认为好危很可怕、啊、像这、那个觉得航空公司自己去处理嘛，是是，对，那旅客先让他下飞机。像这次台风有些机场就是他被降了以后，嗯，让旅客到航站休息，嗯，然后一看天气好让他登机，可是又不能飞，所以还是有时候会有这种状况。不过我们看 case， 因为讲台湾其实小小的、啊，对，如果在本岛，当然以西半部来说，交通算方便了、啊，这一点考量一下。所以我们来，我是觉得不要因为怕麻烦或规定摆在这样，我懒得改，然后造成大家的不愉快。我们跟 CIQS 单位来协调，再麻烦你，谢谢您，谢谢您。好，谢谢郑云鹏委员发言。哎，叶鹏，你代理一下吧。询答完毕，我们就接着处理飞安委员会的预算哈。接，你不甘愿离开啊、哦？接下来我们请陈雪生委员发言。主席，谢谢。是不是请黄主委跟林局长？哎，黄主委跟林局长，请。委员好，黄主委，那个，请问哈，你们今年的预算大概编了6000万嘛，哈？对。6000万其中啊，大概接近80%都人事费了，哈。对对。我知道你们的预算很少，那么明年预算里面呢，你大概就是精进飞安与科技研究嘛，哈。对对。研习嘛，哈。对。这个编的比较多一点，这个是行政院的科专计划。我请问你，这个跟那个交通部的运研所啊，哎，里面的研究计划有没有抵触啊？没有，没有冲叠，完全没有吗？没有，没有。好，
那飞安委员会哈，我也看了你这里面的资料，复兴航空啊，从飞机失事到调查报告出来，需要一年两个月的时间吗？需要，因为涉及到哈国外的飞机制造商，啊，推动器、发动机相关的国家都要参与。你们的黑盒子是送到美国去？没有，没有自己解读，但是他们要共同参与调查，然后报告要他们认可，这样才行。那你这样一年多的话，我们相信都忘掉了，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不会，不会，不会。你不能够几个月、半年之内把它解读出来吗？如果我们有能够那么快，我们当然希望能更快啊。是的，另外哈，是，马祖没有夜市，马祖那个飞机不能夜航哈。以前 Dash 啊可以夜航，你们能不能去帮我研究一下？你这里面有这个经费啊？嗯哼，能不能夜航？你们可以研究吗？可以，这个我再请同仁 去了解一下，先了解一下好吗？那个执行长是不是？执行长，王执行长，你回答我一下好不好？你能不能研究夜航？因为我跟你讲哈，立龙啊，他当然晚上去飞航是比较危险的、啊。是不是夜航是比较危险的、啊？危险他有的就不愿意了。那是不是可以研究一下，是不是能够夜航啊？谢谢您久了。能不能夜航有它相关的标准？那这相关的这是非常专业的问题跟安全的问题。那有数据资料嘛？对，数据资料如果可以夜航的话，它不夜航呢？因为以前都有夜航啊。我这个、可能跟民航主管机关的业务会比较接近。好，你们两位回去请坐好不好？我请那个林局长。请林局长。林局长，因为今天到执行到飞安了哈，是，我就想到我们马祖啊，有时候白天飞机不能降落哈，但晚上夜航可以啊，夜航气候有的很好啊，气候很好的话，它立龙的飞机啊，晚上的空气率很高，好，我们在人多的时候啊，你用夜航的话也可以帮我们疏运旅客，好，尤其是夏天了哈，是，当然这个在气候不好的情况之下，我们也不希望夜航啊，但是你不能说永远就没有夜航了哈、哦。这个能不能做一个研究？这个跟飞安委员会，我刚才跟那个，飞安委员会黄主任，你那边多久可以给我答复？你帮我研究以后，研究报告帮我做一下。两个月哈。好，两个月研究以后送给我好不好？也送一份给民航局参考。好、哦，谢谢委员。林局长，你看呢？我们配合飞安会一起来讨论好了。因为事实上，航空公司在飞的时候，他会考虑比较高的安全标准了、啊。那您也知道，南竿机场跑道两头的那个悬崖蛮高的，大概有70公尺。那如果有不同的灯光或是错误的判断，对他们是比较危险。所以这一点，可能航空公司，我们跟他讨论看看，如果他能够飞，那当然在安全的标准上。不是，你现在，你除了北面装左右定位台哦，是，你南面也可以装嘛。南上次澎湖的空难有没有？是，澎湖空难只是左右定位台装了一边嘛，位置不太怪，装了一边以后，然后嘞。在这边不能进场的情况之下，他绕了一圈出来过来，然后出事情了嘛？委员，我们现在找专业的顾问在评估了。就如果能加灯光或者是相关的驻航设施的话，那就可以提高。因为我们机场当然是很小了，是哦，各种设备都不足限制比较高。因为但是你可以从很没有地方可以设置，我们要把跑道加长加宽，哈、哦，来提升，这个都很困难，要花很多的钱。但是你可以，比如说跑道灯啊。有些塔台有一些能够助导航的设备哈，了解、哦、这个我们来努力。你这个花不了多少钱，多花一点，让我们飞机能够顺，能够很顺利的起降，这个我们来努力。好事一件呐、啊哎。但是就是它条件太特别，头尾都是70公尺高的悬崖，没有地方可以设跑道外的、这个。那北竿机场可以啊。对，但是北竿机场跑道相对短很多。哎、短了，那如果给它加长呢？这一次不是想说把它加长吗？是那个加长500公尺啊，费用非常高。我们再讨论好不好？不是，你们就把这也并入研究好不好？对，我们现在在年底前会把几个方案提出来跟委员先讨论。那你年底的时候会把这个报告并那个飞安委员会给你的报告，好不好？飞安委员会黄主委拜托你们研究的结果送一份给我。我们因为顾问公司也在了，我们在跟飞安会一起讨论。因为我想交通委员会委员啊，你们钱那么少。那么少预算变那么少啊，我看大家有没有要删你们的意思哈、啊？
但是你们不管怎么样要做点事情呢、啊，因为你大部分人事费，你看人事费占了70几哦，好、哦，但业务费不多了，不多，但是不管怎么样，非常委会非常重要哈、哦，你们多做点事。那民航局这边就拜托你，昨天在有跟立龙有讨论 是？有，我有请他们过来，啊、我有请他们过来。我怪不得今天立龙董事长就要来找我了，因为您昨天就说几个案子要请他们帮忙，对嘛？你们昨天就找他，不要在那边聊天呐、啊，没有没有没有，我们都有做记录。我这边咨询老半天，我一两年了，你们动都不动啊？华信华信我也找来谈了，总经理昨天是立龙董事长，所以他们会再跟您讨论看怎么服务。啊，马祖的乡亲呢？当然，立龙他都是找一些飞行员，都有试飞哎。对，他们飞马祖的飞行员那是很专业的。这两个跑道的飞行员都是特殊的飞行员，不是其他飞行员可以飞。因为我们南竿机场有侧风的问题啊。对。当然，降落的时候那危险度是相当的高了。低空的风切也是的，比较特殊。好吧，那局长谢谢您。好，谢谢您。好，谢谢陈雪生委员。对啊、好，登记执行委员均已经发言完毕了哈，另做以下的处理：委员简东明所提的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并且刊登公报。现在进行讨论事项的处理，并进行协商，同时，请议事人员宣读讨论事项的预算数及各项提案。飞行安全调查委员会税入来源别预算数第七款其他收入第21项，飞行安全调查委员会84000元，飞行安全调查委员会税出机关别预算数第二款行政院主管第16项，飞行安全调查委员会60743000元，第一目一般行政4662万元，第二目飞行安全业务4593000元，第三目经济飞安与科技研习950万元，第四目第一备金30000元。委员提案第一案，建议飞行安全调查委员会106年度预算一般行政项下至人事费编列4083万9000元，经常该人员编制共26人，包含约聘人员24人及公职人及驾驶人皆无专任职员，依飞行安全调查委员会第七条规定，本会致。好，我们请各位委员翻开税出第一案哈，请飞行会说明一下。可以吗？事实上我们人事费已经完全按照实际的聘用人员必须要的人事费来编列了，所以这个可能是不是可以请委员们支持一下，我们人事费基本上就是一定是实际能支用的支用了，所以这方面是不是可以就不要删除，不予处理了哈。好，这就不予处理哈。谢谢委员。第二案，第二案也是人事费的，是不是也不要，对，不要删减我们的人事费？没有删减，它冻结。就是、冻资。那第二案跟第三案都是冻结我们人事费，是不是？那这两案是不是可以就是变成说我们冻结经费人事费的1/4？然后我们向交通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后实的动支。好了。对，第二案跟第三案。二三。是。第四案。第二案哈。是。然后书面报告后实的动支是。是。冻结了1/3吧。1/4。第三案冻结1/4。好，第四案。啊，有关于这个我们水电费的编列，基本上因为我们24小时值班，然后我们有实验室。那事实上，我们的水电费事实上是行政院里面四省的第三名了。我们是真的已经是非常节约的，所以水电费方面是不是可以请委员支持？那所有委员有没有表示意见？这个不用，这个没关系啊，实报实销的啦。对，水电费我们就是说有到那同一栋大楼的另外一个机关嘛、啊。是，对。就是我看一下哈，我们有另外一栋大楼是建筑研究所，他人员比你多，好多了快一倍哈，可是他的经费才你们的一半呐、啊，他编列的，对，因为我们是有实验室，
做调查实验室24小时值班，另外还有个值班室。什么实验室？调查实验室。调查实验室。所以我们有些装备事实上是比较耗电，或是不断电系统。你们有必要24小时吗？有。我们值班的人是24小时，但是我们有些实验室的设备是会用电。不是啊，你们有必要24小时值班吗？因为随时会收到通报。我们随时会收到通报。随时会收到通报啊。好了，好。是。好，谢谢委员。那就不处理了哈。苏有文可以吗？好，好，好，谢谢我们苏有文哈。第五案，钱还是问一下了哈。那那个有差这么多吗？因为二十四小时就差这么多吗？就是因为委员是委员，基本上是同比较我们同大楼的啦。是。那事实上我们真的是不了解建研所他为什么可以说50万他就可以达到，但是因为我们真的是我们也很省了，我们行政院评比我们是全行政院的所属单位，我们是第三名，四省水电纸张跟邮费，所以我们真的是非常的省，对，我们一直在往下降。好了，所以这个是我们因为水电费我们基本上是绝对是会省的啦。你看王调查官的表情应该不会骗人了哈。谢谢。好，第五万跟第六万是合并的哦，一起省的。那这个想请委员支持一下，因为我们一些真的是有些一般方面基本上行政事务我们是需要请人，就像我们现在约聘人员里面没有一个就是像类似这个接待总机处理一些基本的行政方面事务，我们是需要一些临时人员。多少钱一个月？临时人21000啊，明年是21009，就是按照基本工资。他是做什么？就是接电话的，接电话一些基本的行政的事务，邮局去邮局一些，对，所以大概都是基本行政。几个人？我们目前是两个。有编？以前有编吗？我们就是一直是，对，一直是这样子的两个。做这里是21000，好，可以的。做这里有人？做这里有人有没意见？啊，没意见。那56万不处理啊？啊。第七案，第七案，各位报告，第七案，我们228万的一般事务费，事实上里面有216万是我们的大楼的管理费，所以那个那是整个大楼的固定的管理费，所以那个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少了。对，因为我们那是这是中央灾害应变中心那一栋大楼了，大平那间，所以说事实上那个是固定的费用。不照你这样省的，我们这样省的话，一毛钱都算不了。当然，你们会觉得呢？哎，主席，那讲清楚一点啊！你说223万里面有216万是大楼管理费哦，228万里面有，那你剩7万，那你剩7万是做什么？做环境绿美化、布置清洁、性别平等相关活动、各项会议，你只有7万哦。是，那你7万能做什么？聚餐。我像性品大概一年在花了6000块。性命花六千块，干脆不要做。你给那个出席要哦，我们真的预算是非常，我们非常对，我们非常，我们预算真的是已经非常。不是，我跟你讲，如果你可以分别这样的话，你说明你那个预算说明的就写清楚了。你说223万里面，因为你已经有很明确的大项支出是办公大楼的管理费，你就搞下。对啦，你应该在这里面就直接就注明大楼管理费多少，这样就我们大家。好，第七项不处理啊。第八案跟委员说明，因为这个50000块事实上是我们按照那个编列分配是在9月30号才执行，但有些问题，所以这五万块是因为我们还没有编列到那个要维修的那个设备的那个费用，所以还没用啊。但是还没到，因为你执行率是零哎。对，因为我们分配是在9月30号是分配20000。那但是我们要现在要买的换的那个机组是30000，所以我们9月还没有办法买，我们要等到9月以后分配数到了之后才能执行，所以9月以前还没有执行呢。这个请委员们。哦、那第八案，跟着，跟着。怎么了？我把你们被杀，你们下去。是。啊？今最主要是你们到今年8月为止，你们那个50000也都没用到啊，执行率也是零啊。不，但分配预算问题，一共已分配过。他刚刚有说明的啦，20000就分配20000。他在等后面的30000才有50000呢。那你今年要买什么？摄影机。摄影机、啊。那明年也买摄影机？你买那么多摄影机干嘛？跟委员报告，其实会发现你的很多的，我们报告很多影印机部分，我们都用租的。
因为真的机会很准很紧，对，因为你说维修，而且是那二手的，对，因为就说机会很少、那个、很少。你那个影音机是租的，但是你这里写的是设备及投资啊。但是呢，我们还有很多杂项的设备，比如说我很多的摄影机，或者是我们刚提到的，比如说我的影印啊，所以跟你们的那种影印机是无关嘛，是无关，跟租的嘛。我们还有其他的，因为我们这个是一个预估。赶快想一下还有什么。宠物我还缺什么？不，影印机很多都用租的啊，我办公室也用租的啊，而且我们都是租，我也是租的啊，因为经费上面我们需要准结，所以我们是用租的。对了，你租贵一点，但是他现在讲租的跟这个设备的费用是无关嘛？对，跟租花一样啊，花有一手、二手、三手的啊。是办公室的家里了，对对，好了，五万就给他们了，我觉得真的不多，可以的，那不处理啊，好，谢谢委员，好，坤泽委员没意见了哈，第九案。第九案是不是可以改成冻结三分之一不变，然后是提出书面报告后再行动之？这我们会，我们一定，李委员，我们一定会检讨了。但是、就是、好，坤正委员可以吗？可以冻结这个，好，冻结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哈。第十案，第十案跟委员报告，这个可能是我们在我们的编列预算里面，事实上并没有编列事故调查相关文学推广这一项。那只是说我们在说，这是我们其中事故调查相关的推广，是业务面的推广，是我们的工作项目之一，所以这个我们在实际事实上没有这一项。你这推广业务面推广，你们是在卖什么东西？不是，就是你还是说跟那个交通事故出车祸那个一样很恐怖啊，警告这些驾驶人要小心。那飞机的怎么警告？就是这是我们工作的，我们整个飞安会工作的业务的一项，就是我们要宣导事故调查法，你碰到什么样问题要提报给飞安会。可是你们印制过什么文宣啊？有，我们五十万能做什么文宣啊？除了开个记者会还更有效之外，你五十万的印制文宣。我们并没有编列任何文宣的这个事故调查宣导分在我们的细项里面。文宣推广啊，这是我们的工作项目，但是我们就是预算书里面。对。没有对，预算书里面事实上没有编列说我们要去因为要执行这个而去编列文宣。事实上我们把飞安志愿报告系统的推广跟我们有一个期刊，这方面我们的期刊相关的飞安资讯，我们也通通觉得说这是我们对于事故调查、这个、飞安安全业务哦，能编了459万，它主要的用途在哪边？说明也没有说明清楚。什么宣传推广业务？你们刚刚自己说那个是民航局的责任啊？就事故调查方面的宣导，就是什么样的事情他们要通报。他们事故现场，他们不能对航空器或对证物做任何的处置。他这样就要400多万来告诉大家要怎么。那刚才肖委员也提到，你们有做过什么东西？你们好玩展啊？对啊，你到底做你四百多万？你到底报告报委员那个，我们400多万，我们400多万的这个飞航安全业务的费用哈，是包括了150000的调查员训练，然后飞国外的一个调查基础训练378000，然后我们资通安全相关的费用是45万6，然后我们参加国际相关的会议大概是62万，然后包括我们的相关的我们办的这个飞安志愿报告系统是100000，我们资讯的这个期刊交流是179000，然后维护费是75000，然后包括我们人员所有飞安会人员的资讯资安电脑的汰换伺服器的汰换，总共加起来是459万3。所以这些是我们等于说我们飞安会要用一年，对我们飞安会20几个人里头用一年来基本的行政维持费大概是400多万啊，对，而不是说通通用在。好啊，那你们做文宣推广到底是花多少钱吗？你刚讲那些训练啊什么的，他还没推广过了。我们还没开始，是你的业务报告里面说有啊。对，我们对于我们事实上哈，过去有我们大概印了7到8种不同的这种 pamphlet 小小的，就是说，
就是说，如果说你碰到什么样状况，你应该怎么样处理，或你非安资源报告，你应该怎么样处理？那这个，那你这 paper 是要给谁看的、啊？就是给一般的，因为大家都是专业人员，这不是一般民众哎、欸，会调查非安事故，会可以进入到一个事故现场的那个隔离区的人，都是很专业，不是说你印个 paper 大家发一发，读一读，大家就会去调查事故的啦、啊。对对。在研讨会的时候，会把这些东西全部都展示出来，然后那些飞行员可能不知道事故调查的程序。不知道在这个是不是、哦、你就给各飞行员看的人，所以是飞行员的、研讨的学习资料吗？还是文宣？你讲 pamphlet 这种是一张那个像宣传传单一样发给一般民众的，啊？就是事实上，这种是一般民众的 level， 可是一般民众不可能参与一个事故的调查、啊，或者是说，当飞行员碰到什么样状况，他应该要提报给飞安会。所以我知道飞行员碰到的状况要提报给飞安会，不是用 pamphlet 或 brochure 或传单在做宣传的、啊，这个是高度专业的东西，这个是高度专业，所以你们今天做这个是多做的啦。你们这种那么专业的东西，应该在他整个训练跟养成的时候，或者是他到一定程度，他要再重新训练的时候，在课堂上放入教材里面的啊，是怎么会是用印那个拍的？那你印的印这个部分的多少钱？我们没有，今年没有编这个钱，没有编，我们完全没有编印制相关的。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都一样的哦。没有了，他们以前有编过，所以这里有一个科目是这样。那你今天的业务报告里面也有说文宣推广吗？那林俊委员，你请发言。不是啊，你说你今年第一次编哦，之前没有编过好吗？不是，我们今年没有编要印这个东西。那你去年结算多少？你去年安全业务费多少？我们去年结算多少？去年我一百，他没有编了，一百零四，他明年开始，就是我们飞航安全业务去年的结一百零四年，那个一百零四年的结算书绿色那本，应该是在绿色，在我桌上。我跟林俊宪都有50万的建的3.5，我也有啊，也是50万，50万。好了，主席签约，主席让他自己调整了的三五十万，350万了，不要再啰嗦了，350万了。就上50万了，就让他自己调整。鲍伟，我们你们买什么笔记型电脑、网络资讯安全设备，然后就是能量建立、调查能量建立是什么意思啊？我们找出来了没？有去多少？我们几个立委是说50万了。你觉得多少？350万了，因为到15页都是一样的嘛，哈，都提案都是一样的。我们去年的业务费104年业务费执行率是99点多了。对，那个电脑是工作人员基本都心率都达90%。我也是50万、啊，跟委员报告，我们104年度的飞航安全业务编列是799,000元。那我们执行是775,000元，那到我们今年，我们飞航安全业务只剩下459万了。我们事实上是，那也会自己砍自己预算的，另外配效不是院理事实上给我们，你决算700多万，你今年会这么客，你明年会这么客气，只编400多万？因为他刚说了，他今年没有编那个文宣的那个部分呐、啊，给人家看一下，给看一下。主席你猜这啦，来。就报委，我们可是你今天又报告说你们有你们自己说嘛。好了，一半20万，我们交通委员会一毛钱都不砍，说不过去啊。25万了，好不好？25万，好不好？快递责任呢？我们真的是会连水电费。你说算多少？我们水都没有的。算多少？跟委员报告吧。我们其实说，在今年的那个飞航安全业务里头，其实因为那个总预算额度的关系，因为我们今年有一个科发计划950万，所以那个在这就刚刚呢，委员有提到，就是说我们今年的总额度已经上涨很15%左右。那在主计总处的地方也觉得说这个不是很合理，所以在我们的飞航安全业务项下头，他已经跟我们减了168万。168万，因为科发计划其实有它的专业用途，所以我们已经很准确了，是不是委员给我们？对了，你旧的项目砍了100多万，对。问你新增项目增加了800万了、啊。可是报告委员，可以砍啊。款项目哦，是项不能留用。是报告委员。好了，不要砍了，不要砍了，谢谢。好了，不要砍了，不要砍了，不砍了，俊宪不要砍了，讲到连水都没可以喝，以后就到我办公室喝了哈。谁说不砍了？都不要砍了。哦，好，又不砍了。那又没水就到那。那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并案了哈。
都不处理了，不处理啊。十六案，十一案是冻结，没有要砍呢、欸。十六案冻结，十一案是冻结，好。十一案怎么样？我是要求他要有书面报告。哦，十一案冻结，是十、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哈。十一案是不是可以改成纠正？纠正啊。提出书面报告后时的动支。好 ，OK。书面报告后时的。对啊。是。可以啊。本来是书面报告了嘛，哈。对。好。就不要改，不要改。好。那就十、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哈，不处理。然后十六，十六到二十都同科目并案处理，并案审查。是，都是科发预算。我们今年提了一个跟科技部申请的950万的一个科发计划，那这个计划已经经过所有的审查委员审查完了，所以我们会按照这个计划来执行这个科发计划。各位委员，看看是要给他做还不给他做？这个我给过了，我没有提了，但是我还是要再强调一次哈，就是你们要怎么样去落实？说在他们采购的时候，特别是公部门呢、啊？就要求了，这个你们要 promise 啊，你跟我说对对对，可是104年到现在你们还是没有这样做啊。公部门要购买设备，我们要求他嘛。对啊，第十一案书面报告。这个主委，你用麦克风讲一下。就以后公部门如果购买航空器的时候，对吗？他一定要顺便购买检定，要求我要求他，你要要求他们。然后，如果是商业用的跟我们专业用的有差，那专业用我们来买，其他车他们一定要买回去，好，好吗 ？OK。对，好，现在第一，我们才要求、啊。没有，不止公部门是一定要要求啦，但是可以，但是民营航空公司他们自己都有嘛，哈，或者是像我刚刚讲的那个什么湾流那个哈，你还是要要求。对。那要求那个部分呢，它不是公部门哦。对。好、哦，你也是一样要要求，好不好？是报告委员，我想您要聊，我们会要求，但是。我们没有强制性，这个请委员了解，是我们会要求，我们是会要求，是是，因为讲的有合理啊，那么多的钱你们可以有强制性啦，你们用行政命令去要求啦，去要求这些民营公司啦，十六到二十同案的决议啦，那我们这谁报那个决议的啊？没有修好。好，十六到二十就不处理了。二十二，我是有不同的意见哦，所以不要并。好，二十二，陈淑有人。我二十二案哈，就是说，虽然是针对同样精进飞安跟科技研习这个项目了哈，那我是认为说，因为这个是新增的一个项目嘛哈，那可是我们看到就是说，除了这个人事费、事务费又或者天购黑鹰直升机的记录器解读装备外，其他大部分是办理这个参加研讨会。好之类的支出嘛，哈，所以在这个部分跟这个计划有没有实际的相关哈？那这部分是不是因为你们事前都没有跟我们做说明嘛？是不是这个部分，本席是要求冻结预算，然后有一个专案报告之后再动支？这个什么？这个冻结这个三分之一啦，好不好？冻结全部，好，冻结三分之一，好了，就冻结三分之一去报告。委员提出书面报告后，22案要专案报告，就提出书面报告，书面报告改书面报告。好了，书面报告。22案书面报告，然后冻结三分之一，好不好？这跟委员报告就这个，我们的计划已经经过好几层的审核了，科技部审核过，所以我们会提一个报告给您，给您做参考。是，谢谢委员。21并22哈。好，23案。23案。三分之一而已。林俊文，我说明一下。是。有没有意见？说明一下。23。这个我们会提出一个书面资料给委员，这个没有问题，3个月之内向交通委员会提出。3个月之内，我们提改成也是一样书面报告。书面报告，好，留言可以了。OK 了 ，OK， 这样可以了。好，24案，陈欧白委员，前面一样吗？一样哈。好，24并同23案哈，第25案。21万是一样的，不用命，不用命。
好，二十三、二十四不用并哈，二十五。哦，二十五一样嘛。二十五一样，二十六。我说明一下啊，赵正委员跟我提这点，那个第三项啊，说明栏的第三项啊，在这个事故调查还有班机安全检查报告没有完成前哦，这架飞机不能飞了，要停飞了。这个驾驶员应该停飞了。有关于这，可能请民航局说明一下。飞机要停飞吗？好，好，好。啊，好，二十七案，那就这个就照案通过就好了，是不是？再提出书面报告，这个二十六通过吧？不是完整调查，你了哈，通过了哈。报告委员，因为这个上面写说一个月内完成事故调查，我们关依法的程序就要五个月，所以这个，对我们是不是可以先提出？是不是先可以提出这个我们调查的初步说明的报告？依法完成事故调查嘛？要不然？好，应依法完成，依法尽速完成前述事故调查。好了，好了。好，二七，二七案，这没有问题吧？对，没问题啊。二十八案，二十八应该没问题吧？两个月。这个报告委员就是评估航空公司之这个机制，不是我们并没有做这个，不是飞安委员会的，这是民航局。好，这不处理。三十案，二十九。二十九刚质询的时候，主委有明确答复了吗？是，对，有答应了吗？有答应了哈。那二十九就不处理了。因为不是不处理啊，就照案通过啊，主委有同意啊。检讨报告是书面。检讨报告是书面吗？二十九照案通过，三十，说明一下。把这个刚本局咨询的时候，主委有同意吗？啊，三十应该通过了。通过哈。好，这个也是这个向交通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对啊，三十一，三十一没问题吧？书面报告。书面报告嘛哈。好，三十二。三一三二也我一样哈。对。三十三。三十三案，这个劳工权利有，我们并没有介入相关的这个事务，没有介入相关的事务，没有关于工时，对，我们事故调查的时候，我们会去检讨说这个人是不是有疲劳的现象，这个是我们会做，这个不是飞安委员会的啦，好，那三十三不处理了。三十四，这刚那个是民航局跟劳动部要注意的，民航局有来哈，要虽然不是你们，今天不是审你们的，刚相关你们委员提案，你们也要留意一下，好不好？好，三十四没问题吧？哈，三十四我们没有问题。主席啊，我觉得因为有些委员，特别是有时候新科委员，他提案哈不是备案委员会，是民航局的哈，应该把他们的案子保留在到民航局的时候去，那未审讯的时候就放在民航局那个部分，好不好？民航局昨天审了，民航局完全没有未审讯，没问题。民航局跟飞安会跟民航局共同去，他说要求飞安会协同民航局，就照这个就好了啦，是没事了，好吧，来，哎，委员留两位下来哦，要留下来干嘛？谢谢委员，你们以前都叫我留下来，现在你要跑掉，剩我一个，要留下来干嘛？宣读啊，要有三个啊，已经宣读完了，要留下来，我在讲会议结束。哦，那只有两分钟。谢委员，你刚说的我没有啊，不是我删的啊，是我报告的。好，上午会议协商结论免予宣读，授权议事人员整理作为决议列入记录。如果有委员对提案补签列入记录哈，那么上午审查预算部分照列或照协商结论通过。那么针对本日上午的会议做如下决议。一、报告仅询答完毕；二、委员于执行中要求提供相关书面资料或未及答复部分，请飞航安全调查委员会尽速以书面答复；三、
非安会单位预算处理完毕，休息，下午2点继续开会。